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对不起，我们现在开会进行下午的议程哦。我们今天下午邀请考试院秘书长及所属部会首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并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率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与预算冻结案报告案之处理。我们采综合询答逐条处理的方式进行。先来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考试院李继玄秘书长、袁志玉副秘书长、首席参事兼第一组吕礼正组长、秘书处陈宁处长、第二组周秋玲组长、第三组熊忠勇组长、法规会谢慧元执行秘书。人事是黄振荣主任，会计是孔庆丽主任。以下介绍考选部，考选部邱华军部长、曾慧敏次长、苏秋远主任秘书、考选规划司叶炳煌司长、高普考试司肖志远司长、特种考试司严慧玲司长。以下介绍考选部，还是考选部，专技考试司黄庆章司长、总务司刘炳元司长、题库管理处刘玉慧处长、资讯管理处陈建华处长、人事室黄美元主任、统计室阙慧瑜主任、会计室苏锦元主任。以下介绍全序部。张哲琛部长、王信惠主任秘书、法规司蔡明广司长、全省司吕秋慧司长、特省司陈少元司长、退辅司吕明泰司长、人事管理司黄明宽司长、会计室郭其如主任。以下介绍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蔡峰清副主任委员，业务组林秋敏组长、财务组吕明珠组长、稽核组张淑慧组长、主计室王坚善主任。以下介绍公务人员保训会蔡碧煌主任委员、李松贤副主任委员、廖慧全主任秘书、保障处李俊生处长、地方公务人员保障处黄秀琴处长、培训发展处代理处长宋迪阳、培训评鉴处许秀春处长、秘书室张清贵主任、人事室石真英主任、主计室林素纯主任。以下介绍文官学院吴瑞兰副院长、中区培训中心陈东青主任。以下介绍行政院对不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黄富源人事长、陈本清主任秘书、公务人力发展中心林文灿主任、地方行政研习中心李忠正主任、综合规划处王桂兰处长、编组人力处黄新厨处长、培训考用处萧玉处长、给予福利处陈坤元处长、人事资讯处陈邦正处长、秘书室蔡富雄主任、人事室吴延军主任、主计室陈美珠主任、政风室陈英斌主任。介绍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敏。好，以上这个介绍列席官员。好，我们现在进行报告。因为有考试院考选部全序部保训会跟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个等部门报告比较多，我们每一位原则上请各位限制在，因为我们都有各位的这个书面的报告了，好，那么请口头报告请简要，我们希望这个计时五分钟，限制在五分钟之内。好，我们第一位先请考试院李秘书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很荣幸列席贵委员会报告考试院业务概况，敬请各位委员支持和指教。本院第十二届工作团队在吴院长领导下，去年来通过第十二届施政纲领作为本院的施政方针，并研提考试院第十二届施政纲领之行动方案及公务人力再造策略方案，仅将本院本年度立法计划重要业务及执行情形及未来工作重点分别扼要报告如下：一、考试院及所属机关105年度立法计划办理情形，本年度拟制定、修正、废止、停止适用法律15种，法规命令33种，行政规则10种，总计58种。二、重要业务执行情形：一、落实人权保障，促进性别平等实现。为落实人权及性别平等保障，本院性别平等委员会及本院及所属部会人权保障工作小组，经定期召开会议，分别检视所属部会性别平等及人权保障相关业务推动成果，向本院院会报告，以责成相关机关改进，并研修公务人员升迁法施行细则及考绩委员会组织规程，明确规范各机关增审及考绩委员会委员任力性别比例应符合1/3的规定，并落实性别平等，并立各机关遵循。除此之外，本院订定考试院推动性别平等实施计划，104年到107年度由部会每年制定重要之性别政策及措施，并将性别观点融入机关业务推动。二、订定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建构完善退伍制度。三、订政务人员法等3法草案，厘清分际。四、订公务人员基准法草案，建立文官人事基准法制。五、修公务人员考绩法规，落实绩效管考制度。六、修退伍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法案，依附法制及需要。以上5个法案分别在101年、102年、104年度送立法院审议，是因届期不续审，本院会再重新检讨，并送贵院来审议。七、修点释法相关法规，精进点释制度。为其精进点释制度，点释法修正草案在104年1月20号经贵院审议通过，总统在同年2月4号公布。八、修建升减单轨训练制度，为强化高阶公务人员领导和管理智能，提升政府效能，沿修正公务人员升官等考试部分条文，经贵院在103年12月23号审议通过，总统在104年1月7号公布。修正后之减任升官等考试，将在104年、106年及108年3个年度办理3次考试后废除。九、修土木工程轮材策略，以应用人机关的需要，为彻底解决公务人员考试土木工程内科录取不足的问题，考试院积极研拟各项的改进措施和提出多项的改进策略。本项议题经本院和行政院在104年6月4号举行两院协商后至结论。十、修考试录取人员训练办法，提升治理能力。本次既修正12条，增订1条及36条文，约在今年的2月5号送由本院行政院及司法院会审修正发布，并函送贵院查照。十一、修退伍基金委托经营办法，提升管理绩效。本次修正主要为使委托经营管理更具弹性，修正委托经营满1年后之绩效规定评定规定，另增订国外移转管理及国外有价证券出借业务受托机构之信用平等等条件等规定，约在去年7月14号由本院行政院会审修正发布。三、未来工作重点：一、推动重要法案有效整建人事法制，括弧一、更续推动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完成立法，合理改革退休抚恤制度；括弧二、推动政务人员法等3法草案，完成修法，健全政务人员法制；括弧三、推动公务人员基准法草案完成立法，确立文官法制共同基准；括弧四、改进考绩法制，落实绩效管理。以上4法案因为届期不续审，退回本院，将配合时事变迁和实况的变化，重新拟定新的草案，送贵院来审议。五、全面实施公保年金，落实建构社会安全网络的政策。本院在去年6月17日修正公教人员保险法，将公教人员保险年金扣及其他无业退休给予及且没有优惠存款制度的被保险人，至于其他
公保被保险人将在职部配偶全面修正。二、修订公职专技人员列科引进具专技经验之专技人员。三、增列客家事务行政列科考试选拔适任的人才。四、建构多元取材法制，活化政府人力资源。五、严厉编制劣等及严格配置规范，以应组织的改造。六、延修公务人员保障法，建构更真善的完善的保障法制。七、修正公因公三长死亡慰问金发给办法，以符实事的需要。八、改善退伍基金收支私人状况，缓解基金的财务压力。结语：为建构符合时代趋势及配合民众需求的高效能政府，本人将秉持独立超然合一致的精神，遵照限定的执掌与精益求精的理念，力求贯彻本人第十二届施政纲领，以及建立更完善和现代化的国家考试院文官制度，并且全国公务人员以稳健务实前瞻性与时俱进的思维和作为，秉持主动积极的认识态度和研究精神，共同谋求全民的福祉，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国家竞争力。请各位委员多多指教。报告完毕。好，谢谢秘书长。接下来请考选部邱部长。邱部长，因为考选部有两个这个预算解冻案哦，麻烦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并说明。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李斯先生，感谢大院各位委员对考选业务的支持和策力，使本部104年各项业务顺利推展。本部办理考选工作历年已奠定良好的深厚基础，成除根系推动各项新格事务符合社会各界及民众殷切期盼外，未来希望以本着纯诚务实的态度推动各项考选工作，以贯彻宪法考试用人精神。在此仅将本部104年度重要工作概况及未来努力方向提出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依104年重要工作概况办理国家考试成果，近10年来各项国家考试报考人数101年达794860人，为历年最高。104年度办理18次考试报考人数502894人，其中公务员考试327608人，专技人员考试175286人。因国家考试近年报考人数下降之趋势，本部除利用各种电视台、电视的跑马灯、广播电台及各县市政府的公共电视看板宣传管道，吸取优秀的人才报考。二是新格业务新格，一是研修订点视法相关执法，点视法业于104年1月20号大院三读通过，2月4号总统公布，也配合检视研修定现行20个及新修27项的执法。二是研议应以检定列入公务人员考试应考资格推动，本案经研议3年内逐步推动高考3级以上考试的办理。三、公务人员高普考试客家行政事务类科加考课语，本部业已完成法制作业，自105年公务人员高普考试开始实施，是推动食品安全专业人才之考选机制。99年至104年公务员高普考试食品相关类科考试，均依用人机关提报缺额，足额录取700余人，充分满足用人机关需求。五、办理土木工程类科录取不足额改进措施，提出考选业务的部分改进措施，包括实务工作需要应试科目适度的调整、试题题型，减轻应考人负担，同时强化命题阅卷程序等等。在104年的公务人员高普考试，土木工程类科不足额录取已大幅的降低。六、研修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司法官考试规则。七、检讨各项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年龄上限规定之必要性和合理性。那本案通盘检讨结果供未来研修各该考试规则应考年龄规定参考。八、推动大地工程技师分阶段考试。大地工程分阶段考试规则于104年7月6号公布，并于105年6月4日至5日举办首次的考试。九、推动结构化考试及考试委员的培训作业。公职专技人员的类科，103年公务人员
高考三级公职专职人员，第二是考试委员问卷调查研议拟定结构化考试执行计划。本计划分两阶段执行，第一个阶段是建制考试问题范例，第二阶段是办理考试委员结构化的研习。二是公立特种考试分别召开考试事宜会议，邀请用人机关代表说明各职缺核心工作职能，并依考试内科分别进行考试的研讨，比考试方式去结构化，以提升考试的效能。十是办理命题技术研习及试题品质的分析，为提升试题题库的试题品质，办理将有700位委员参加。十一是充实国家考试点制能力库及法制作业点，积极以各种不同的管道随时核对更新补充资料库。十二是提升阅卷品质，推动线上阅卷，目前完成7项考试全类科共计378科目的线上阅卷，以节省阅卷的期间的时间的成本。十三，推动无纸化、少纸化的网络报名，完成104年18项国家考试全面网络报名服务，全年达51万人次。未来努力方向，一是推动考试院12届施政纲领之行动方案及公务能力再造方案，那一 SMART 的原则和 SWOT 的精神编入依照分逐年来落实。二是完成点试法相关执法的配套措施，根据原定国家考试身心障碍应考人手权利恢复办法。三是配合直属职系调整检讨考试内科的应试科目。四是检讨公务人员升官等考试。五是推动募兵制暂行条例的附带决议。六是检讨公联警察人员双轨制的分流制度。七是检讨专技人员考试全部免试的制度。八是检讨专利师考试制度。九是强化国家考试相类似比对的效能。十一是研议扩大实施电脑化测验。十二是根据推动全面数位化，缩短事务流程，提高考试的效能。十三是扩大国家考试的宣导工作。这是业务报告。那有另外考检部主管104年的105年度预算冻结事项报告，有关于大院在104年度中央总预算时，就公务人员考试客家行政事务类科未列入课语，将造成课语听说不流利之录取者，在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服务区里面的民众产生业务障碍，有违客家基本法的精神。所以我们这部分按照大院的决议，我们已经完成了公务人员高普考试客家行政事务类科加考课语的相关的法制作业，并于今年高普考正式实施。第二是大院有关于审议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为98年警察特考、100年调查特考、102年高普考、104年司法官律师考试出现是否有重复情形，对加以严厉改善。那本部采取强化命题委员命题的品质，避免试题重复。第二，加强试题比对措施，兼顾考试公平与评量的效能。三是落实点试能力管理的效能，淘汰不适任的命题委员，精进国家考试的品质，以确保考试的公平性。所以这两次我们都执行完，希望也建请大院支持同意，准予动之。谢谢各位。好，谢谢部长。我们接下来请全序部张部长说明。主席、各委员、各位律师、各位先生，大家午安。我谨将全序部以及公务员退伍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业务向各委员提出简要的报告。第一个就当前业务部分，第一个就积极研修人事法规，这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法规就是有关工人基准法以及政务人员相关法规，以及年金改革法案以及考级法。我们非常可惜的，在上一届委员会没通过，我们在这一届我们会重新再检讨，送到大院来审查。第二个，我们研修法律有关残废的用语改成私人，这相关的法规，工人保险法、退休法以及抚恤法已经经过大院通过了，而且总统公告实施。第三个，研修有关人事相关法规，贯彻国家性平的政策，这也是规矩大院附带决议里面希望
有关考级法的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升迁法施行细则，有关委员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的有关原则，希望能够法制化。那我们相关法规我们已经完成了审查，已经现在开始实施了。第四个，有研修相关的有关人事的法规，这里面从在104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有关十个法规案子，以及有关部分条文修正案有10案，以及法规案一共有336个案子。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配合政府的组织再造，我们修正有关法规。就第一个，配合行政院的组织法的修正，以及配合地方改制升格。所以我们后续，我们全局部就办理有关他组织编制的核备案，以及有关后续的直组直系的归系的案子。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要提高有关他我们全系的品质，希望能够简化作业。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相关的有关公务员考试全序审定、公务员退休抚恤登奖惩登记激励办法，我们实际上我们一年办了有11万余件。那么有关我们的电脑作业，我们也希望予以充实。那第二部分就是有关退伍基金的部分，退伍基金到今年2月底止，参加基金的人数有63万7000多个人，那基金的累计的收入是9277亿元，那基金支出是5489亿元。那在资产的运用方面，到截止到二月底的，我们基金的净值是5486亿元。那资产的配置里面，最大的一项就是委托经营的，有2100，这里面包括国内和国外委托，一共有2165亿，占的靠近40%。第二个，有关国内外的债券有923亿，占了16.83%。第三是有关国内我们自行操作的有关国内的有关股票886亿元，占了16%。那基金整体的运作绩效，我们去年度非常可惜，我们去年度虽然是产生的损失108亿的损失，与实现加未实现的部分，所以收益率是-1.9%。不过这里面是已实现是130亿，那是未实现的部分是比较多一点。那么不过从我们最近我到部里面来主管，在这七年呢，我平均的收益率是5.2%。那么今年到二月底止，已实现加未实现的收益率是-24亿，是-0.5%。不过我们到最近，如到3月11号止，实际上已经转亏为盈。我们这实际上的收益数是60亿，所以收益率是1.1%。如果再多最近的统计资料，上礼拜五已实现加未实现的数字是79亿，获利是79亿，所以说收益率是-1.4%。那么有关基金，我们会一定是非常审慎的，有关分散拨款时间，提升有关基金绩效，而且对于有关它的内部控制，我们加以监督。那未来的工作重点，我们要积极推动重大法案。第一个，年金改革，我们配合新政府，我们去对有关相关的法案重新做个调整修正。第二个，有关就是说研修公务员的退休法，最主要涉贪的人员，对于他的防贪都以他的事先防堵以及事后追缴机制。第三个就是有关根据通过修改考级法的有关相关规定。第四个，整体检讨有关组织简并，希望能够人才能够予以流通。第五个，建构完善的升迁法制，强化公正公平的原则。第六个，有关我们订聘用和聘用人的人事法规，希望能够建立弹性的企业用人的管道。然后第七个，健全我们的凤姐制度。那么另外就配合主管，我们配合主管，我们核备他的有关组织编制，以及有关他的职务，有关职组的规系。那么有关资讯部分，我们建构有关公务员的人力资讯的有关的一个系统。那么对于关基金的话，我们配合整个未来经济国内经济状况，我们随时做掌握契机，随时布局，做希望整体基金的绩效能够提升。那么相关的法规，我们更于希望能够增加投资的项目，能够增加它的提高它的收益率。那最后结语，我们将顺应环境变迁，与时俱进，持续检讨相关的人事法规，完善文官制度。那么希望能够提高政府对人民对政府的施政信心。另外，我们配合整个未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情势演变，我们调整退伍基金投资策略以及委托代操的模式，希望基金的投资报酬率能够予以提升。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
好，谢谢部长。接下来请公务人员保训会蔡主任委员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在这里仅就104年1月到105年1月的重要业务推动的情形跟未来工作的重点做简要的说明，进行指教。在重要业务的推动情形方面，保障业务方面，我们主要在研修公务员保障的法制，希望能够以实际进周全保障公务员的权益。我们目前正提出公务人员保障法草案的一个修正案，那么统计修正会10条，目前正在报请考试院在审议当中。那么第二个，我们是妥善的研议审议保障的事件，确保公务人员救济的权益。那么在104年，我们审计的案数总共是902件，结案率是86.48%。那么扩大程序当事人参与的救济的程序，落实程序的正义。我们通知当事人跟机关派员的陈述意见的占我们的审议件数有20%左右。那么陈述意见大概以视讯方式进行的大概占43%。追踪保障事件执行的成效，贯彻审议决行的效率，并办理保障业务宣导跟辅导，希望能够促进机关依法行政以外，也能够减少送援。那么我们举办保障法制的座谈会、专题讲座及专案委托的研究，以提升保障事件审议的品质。那么我们会进一步分析保障事件撤销的原因，提供给各个机关做参考。那么妥善运用调处的程序，去年那么成功的案子有6件，那么这个是过去所没有的。那么我们编印保障法制研讨跟实务案例的汇编，作为业务精进及研究发展的参考。这个是在保障方面。在培训业务方面，我们主要在研修培训的法制，强化培训的成效。我们在104年有发布的人才资料库的管理局应用要点、师资审议要点、成绩评量要点及跟基础训练的辅导要点。我们也拟具了公务人员录取人员训练办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案，那么已经报请考试院跟试委员会前公布。那么我们精进考试录取人员的训练啊，培育优质公务的新进的人力，特别是在高普考跟地方特考，我们实施有集中实务的训练。那么我们也在各个录取人员的实务训练中，成绩不及格的，我们建立访谈的提纲跟作业的流程，我们慎重的，那么由委员率队去机关里面做访查。那么我们也办理升官等职位的训练，强化各官等公务人员的职能这一方面我们非常比较创新的是，我们利用主题内容专家来结合高阶荣誉公务的人力来进行案例的开发，而且我们也办理相关的讲习，并且在各个机关也办理各种的讲习跟那个座谈会。那么办理行政中立跟公务伦理训练及多元的先导，提升公务人员的素养。在行政中立的宣导方面，在104年办有高阶主管的研讨班、讲座座谈会、行政中立法宣导班及选务人员的研习班。在公务伦理方面，有办理公务人员宣导的专班。那么我们也透过多元宣导方式来进行宣导，比如说在我们行政中立的民众版里面，我们也放置在本会的网站，也放在各种定点，让民众能够来阅读，而且利用图像卷轴的方式实施竞价的教学，并且函请各机关学校运用 LED 看板、防滑灯、机关的网站的首页跟机关的刊物来进行多元管道加强宣传。那么在高阶文官的培训方面，我们开发电脑化评测的工具，建立系统化培训评鉴的机制，并且建置高阶公务人员人才资料库。那么104年里面，我们特别用到评鉴中心法来实施遴选跟管理发展的评鉴的作业。那么在行政院及所属机关以外公务人员的人事含人人员的训练方面，我们也办了新制计的公务人力班。那么公务人力资源我们也办理2015年公务人力资源的发展的国际研讨会。那么我们也整合全国的训练资源，也落实国际公约纳入训练的课程。我们也参与各种培训的交流。那么 IFDO 的年会跟评鉴中心法的国际研讨会，我们都有派员参加。那么多元管道落实公务人员的终身学习方面，我们网路跟机关里面公务的共享的机制，我们也建立全民的一学堂。那么
在教材教学方法也不断的精进，师资培力我们也不断利用标准化的程序来加以检讨。我们办理追求卓越文官功能的一个科研的计划，那么继续今年还是有两项计划在进行当中。未来的工作里面，我们持续会让保障法紧速能够提交大院来审议，我们强化审议的程序，最终执行的成效贯彻执行的效率，并采取积极预防的作为，有效的疏解善缘，宣导保障的制度，并且那个用视讯程序意见大量的提高培训业务方面，我们建立完善的培训法制，强化考试录取人员的训练，以发挥这个成效，并且在计生观点的训练成效方面，我们也尽量去强化现有人员的职能。那么公务伦理的训练跟行政中心训练，我们继续采取多元的方式来宣导。那么在高阶跟的方面，我们继续在努力。那么扩大参与国际的交流跟扩大教育训练合作的平台，我们积极跟国内各方面来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数位资源也能够进行资源的共享。那么终身学习方面，我们继续的尽量来在研发在精进。那么科研计划，我们今年会提出试图提出科研计划的白皮书。那么本会指示公务员保障跟培训的业务，对落实保障公务员的权益，强化公务员培训的功能，提升公务人力的素质，建立优质的文官团队，责无旁贷。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谢谢蔡主委啊。好，我们接下来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黄仁士长报告，麻烦连有一个解冻案一并说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业务报告。当前重要业务推动情形：一、控管政府员额规模；括弧一、创新员额管理思维。本总处执行大院所通过的总员额法附带决议，到目前为止105年，已使员额降低精简率达3.5%。二、深化员额评鉴内涵，提升员额合理配置。依总员额法规定，办理3次行政院所属36个部分全面员额评鉴，有效提升政府员额合理配置。三、合理审议机关组设，优化政府运作效能，落实政府组织精实。二、提升人事专业形象，落实深耕关怀服务。一、落实推动员额协助方员工协助方案，提升公务人员身心健康，透过训练、咨询、辅导等措施，逐步协助各机关贯彻落实104年更导入评鉴机制，办理颁奖表扬及标杆学习训斥。二、强化绩效成果导向，精进人事业务绩效考核机制，重新检视精进人事业务绩效考核机制，考核项目从原先的63项考核缩减为24项考核，降幅达50%以上。三、编译人事人员管理全攻略，传承人事业务经验，使得人事人员作业时有所遵循而且参考。三、培训优质公务人员，拓展公务人员全方位事业。括弧一、深耕高阶文官培训，厚植优秀公务能力，办理国政班第九期，办理国政班及高阶领导人员班，105年根据办理国政第10期及高龄班第9期，共培训公务人员48人。二、精进中高阶公务人员科技治理能力，培育跨领域技职管理人才，105年将根据办理行政院跨域科技管理人才培训班。括弧三、根据精进办理中高阶主管职务训练，强化训练移转效果，即办理43期，调训1290人。括弧四、促进地方治理跨域交流，提升地方治理创新智能，结合中央地方民间组织及学术机构等公司多方资源，办理地方治理标杆论坛。五、推动创新化、多元化、优质化及行动化的数位学习。104年7月32日领先开发建制一等公务员行动学习 APP。106年1月更结合行动学习 APP， 提供实体教育教室训练参训者 OR Code 签到及 APP 即时问卷填写等功能。四、营造以人为本之友善公职务环境。第一、推动依法逐额禁用原住民身心障碍人员，
截至105年2月底，行政院所属机构禁用27834人，禁用比率达147.2%，禁用原住民1634人，实际禁用7121人，禁用比率达435.3%，均已逐额禁用。二、强化性别主流化教育，积极参与性别主流化工作。三、办理多元族群相关训练。四、根据办理人权教育相关训练。五、规划合理给予政策。高一、持续检讨公务人员专业加级制度。二、确立各项给予化法制化处理原则，推动法规修订作业。三、通盘检讨各事业机构退辅给予相关的适应性。四、根据推善友善家庭员工福利。六、推动高效率人事咨询网路，根据推动 WebHR 及全国公教退辅平台整合。二、强化政府资料开放，建制人事业务行政模式。三、未来工作重点：一、发展前瞻性的组织审议机制，提升政府效能；二、精进员工管理模式，活络政府人力运用效能；三、结合训练发展，提升公务能力素质。括弧一，建构以核心能力为基础之公务人员学习地图，强化高阶文官培训，提升培训成效。三、导入多元教学方法。四、因应网络科技，分阶段推动公务部门学习与资源。四、深化关怀服务价值，精进员工学术方案，并建构系统化绩效管理。五、根据检讨员工待遇自己之正当性及合理性。高一，建立公务人员专业加级评价机制，完备员工给予规范之法制基础。本总处为行政院所属机关公务人力的管理领航者，请各位委员多予支持。第二，行政院人事总处预算冻结报告的行政院解冻报告，依大院104年12月18日第八会及第14院会贵大院通过，行政院选送减送的公务人员12职等以上高阶人员出国短期研习情形办理依据及目的，主要是目的是希望能够提升高阶公务人员的能力。办理的精进措施分别有三项：训前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训后落实审查出国报告；三、管控建议事项采行情形。办理研究的成果到目前为止，整个效果，在高阶公务人员短期训练计划里面选送的15人，执行计划67项，研议中有4项，未采纳只有1项。行政院所主攻中高阶的短期英语密集训练，最主要是希望能够精进所需使用公务人员英文 的能力。课程的规划分别是以听说读写四种方式，用共同的专业课程及个别的专业课程2类，进修的地点为国内及国外，资格条件必须8职等以上。办理的成果从100年到104年，总共训练的国内课程结训165人，国外的结训参训124人，结训123人。办理成果必须要经过办理成果的发表会，进行心得分享，缴交心得报告。效益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最好的是他的英文成绩，102年从43分进步到53分，103年从59.4分进步到65.88分，104年254.3分进步到265.2分。本总处办理密集专业的英语教学进修，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提升公务人员的外语能力，促进国家行政上的推动，使得国家的行政效率得以提高。请委员支持人事院总处冻结案的动支的专案报告能够通过，谢谢。好，谢谢任市长。现在已经报告完毕哦，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均不再延长。下午3点截止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林德福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安尼，安尼报告安尼会使，这个时间会使啦。
无啦，会使啦，五位报告呢。主席啊，各位同仁，是不是请那个秘书长跟张部长？好，我们请李秘书长跟张部长。是，我们等一下都上来，都不用再行礼了，好不好？谢谢。张部长，我请教你哈，我想因为刚刚你有特别报告说，整个退伍基金呢、啊，在104年度，整个为就是税后的损失哈，未实现的损失达到108亿8000，哈。对，是的。那我请教你哈，这个退伍基金，这个在104年度有亏损那么多，那其他的部分，你像这个劳保劳退。邮储这些到底有没有亏啊？其他四大基金全部都亏的，都亏哦。去年所有的基金都全部都亏，那些亏多少啊？亏的大百分比不一样，大概是到0.5左右，0.5到1左右。0.5到1哦。我们是负的1.9，是实收。你说1.9嘛？对，我们1.9，对，是的。啊，几乎是全部都亏，因为这是包括那亏，实际上。在104年已实现的是130亿，对，所以这些为了就是说整个冲洗整个结算的话，未实现的亏损实际上是有108亿，所以这108亿都是等于是很多都是账上还没有实现的。不过如果到现在来看，这些未实现的亏损，现在因为整个股市都全部上扬，全部都已经转亏为正了，转亏为正。所以说依您看，要是现在出货的话。还是会赚钱，这样哦，账面上都已经转正了。因为大概进场的时机应该是很低点嘛，对，低档嘛。去年整个国内外股市全部都是跌的，对。这样哦，是。好，那你请回我，我继续来问那个秘书长，李秘书长，是。媒体报道说，这个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女士，这个说希望在一年内完成年金改革，哦。那你说一年内搞定是蔡英文总统的期望，那我们这里会配合来办理。那你说这个考试院，这个会配合不了，你表示新政府已经有年金的计划。那请问考试院认为，这个计划完成吗？依您看，报告委员，当天会后呢，这个林万利教授啊，有对记者说明。说，蔡英文，总统当选人，他期望这个事情能够在一年内来完成，这样子。那你认为一年可以搞定吗？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复杂，有相当的困难度，但是我想这个事情是非做不可了。那政府是一体的，大家一起来努力吧。那你认为是不是要全部砍掉来重练，重新再来搞？当天这个陈振仁副总统和这个林锡耀先生和这个林万益先生啊，都有讲说，蔡英文总统当选人他有指示说，在这个好的基础上啊，来继续来进行。秘书长是去年10月哈，退伍司吕明泰司长说，现在年金实际上是遇到收支差异比精算结果。还要糟糕，哦，那他说，症结点在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草案，如果不改，一定会破产，啊，这是必然的。那现在考试院既然要知道有这个急迫性，那现在新政府又急着一年内要把它搞定，那请问新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这个考试院是不是已经在研拟？这个是整个退休基金这个年金的改革啊，新政府是有预算有打算有三个步骤来进行，那我们考试院全序部啊也会配合这整体的进度啊一起来做规划。我是刚刚是问你说考试院是不是你有新的一个草案哦，这个退休抚恤的这些草案，对，那是不是和前一版的草案差别很大？对，这个就是说，在新政府的领导之下，看这个整个的大方向怎样来修正。那原来我们102人送来的草案啊，已经退回来了，退回来要重新拟，就重新起草，对，重新起草。哦，那你们这个起草到底有没有
这个跟先前的这些版本有没有差异很大？现在还不清楚，因为院长也指示啊，102年到今年已经正好三年了。那4月11号送来到，即将要三年。那这三年里面也有很多的情势的变更，所以我们也要配合情势变更和实务上的这个需要来做调整。秘书长，是因为仔细对照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所讲的话和考试院这三年来的这个草案版本几乎啊是一样。那请问你说的几乎一样到底是在哪里？如果几乎一样，那考试院现在就可以提出草案了吗？报告委员是这样子，这个蔡英文总统当选人他有四个，对年金改革啊有四点期许啦。第一点就是要缓和渐进。那原来我们102年度的草案里面呢、就有说要循序渐进了，是有的哈。第二点呢，他是说要这个，第二点是要。被委员一问了，我就紧张了。他说要简化，简化复杂的这个制度。不必紧张，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对，那简化复杂分歧的制度呢，在我们原来的规划里面，长程上啊，要整合第一层的这个基础年金，这已经有了。那第三呢，蔡总统也提到说要延领，那这个呢，我们也是规划在展期年金里面啊，希望能够你几岁退休，但是你要领取月退休金的年龄啊，应该要把它往后延哈、那第四点呢，这个合理化的所得替代率啊，那这个102年的草案里面规定说要小于80%，计算的基准啊，是本俸呢以10年的平均乘以2来计算，所以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第五点呢，提到说基金啊要提高营运绩效，那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提高退伍基金的盈利。秘书长，是。我想媒体在追问陈副总统当选人拜会，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是18%的部分，不一样。那你说18%的部分拜会时没有提到，那另外包括85字变成延长到90字，这些细节问题也没有谈。那请问年金改革重点没谈，那这个蔡总统当选人所讲的话和考试院一样吗？刚才委员说这个催询的18%和85字或90字啊，90字当天是没有提到这么细的问题，对，没有提这么细的问题。那你认为国民党和民进党年金改革方案这个方向和内容有没有相似？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如果不相似的话，那考试院是不是应该按民进党版本所提的草案来推？报告委员，我想这个，我刚刚说过，这个政府是一体的了，大家共同来讨论这样子。那个秘书长，是因为哈、这个吕司长当时说草案未过以前，考试院也束手无策，能做的不多，只能盼望尽速来通过。那现在新政府希望一年内来完成整个筹组年金改革委员会，并召开国事会议。修法等立法院，等三阶段。那请问，既然草案未通过以前，考试院是束手无策，那能做的不多。那么一年三阶段的做法，考试院要怎么去配合？包委员这一部分，我是不是请这个主管全系部来做说明？好啊，可以啊。停一下哦。停一下，你们还继续。等一下，再延长一分钟啊！实际上那天，因为原来基准高龄化议了，是吧？双快流。那天我在场啊，就实际上有关整个年金改革的内容，都是我跟陈副总统、跟刘安宇教授，我都做说明啊。不过基本上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实际上他已经对外宣示，就是说以后在总统府底下要成立一个年金改革委员会，说整个的基本的他以后的未来改革的方向和架构，实际上。一定要在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所予以讨论后产生的。这年金改革委员会考试院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参与，所以一定会参与。实际上我们了解到它整个改革的方向以后，我们配合修正相关。所以说它一年三阶段的做法，考试院你认为要怎么去配合？就是是啊，会不会变成束手无策啊？会不会？不会束手。实际上当天我也说明，实际上年金改革
我们三个基本的架构，第一个就是体制越退休的年龄要延后，大家都有共识嘛。那第二个，所得替代率要降低，大家也都有共识。第三个，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退休制度，从目前现在确定提拨制改成确定给付制，改成确定提。那个大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张部长，我想今年一月底，这个考试院汇报这个报告中提到，面对中国大陆经济下滑的风险，各国货币政策分歧和地缘政治，这个纷扰等经济风险，退伍基金将采取较为严谨保守的这些投资策略。哦，那请问是不是去年亏损扩大，所以说投资转趋保守？这个转趋为保守，这实际上因为今年不确定因素太多。对，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整个大环境，实际上经济从 IMF 或相关的经济国际经济预测机构来讲话，它一直不断在下修整个经济的成长率，包括我们台湾。那你认为是不是因为哈，这个退伍基金啊去这个这个护盘哦，所以说造成它绝对没去护盘？我跟没有是跟再多委员，我们绝对没有护盘。绝对没有复盘，没有复盘，对，绝对没有复盘。好，然后最主要还今年还有说负利率啊，像这种情形，实际上都出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审慎。因为退伍基金要是从投资项目来看，去年投资国内股票是，当然是可能亏损最多，最近是起来，不然的话你还是亏啊，对不对？哦，那这个年收益率是当然最多的时候12.5%，那绩效最好的是国外的证券，哦。3.89%，哦，那同样是委托经营，国外比国内好，哎，国外比国内好，同是经营，国外的收益0.89%，那国内是负数这个5.99%。那如果按照投资状况来看，台湾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很糟糕？秘书长，你看呢？这个台湾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很糟糕？我想。或许我比我还清楚，因为我秘书长的工作没有涉及到这一块。所以说，连政府基金的退伍基金都大赔。那你认为未来年金改革如果提升退伍基金的操作报酬，这个有哪些需要去做改变的地方？那个部长，你看呢？跟你们报告，第一个松绑。现在目前松绑退伍基金管理委员会是一个公务机关的形态，我个人是认为不恰当，因为找不到好的人才。进入到基金里面去，因为没有实务的操作经验，操作经验不够，这第一个要必须要松绑。这样哦，我认为最急切的。这好，谢谢，您两位请回，谢谢。好，谢谢，来请回。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有水，不用，就是水加进来。主席，先请我们全序部长，请张部长。张部长，好，你好。关于这个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资产的运用，哈，是。那我们看到去年的状况是-108亿，对。算起来大概2%左右啊，对，负点九，1.9%接近2了哈。对，是的。不过我这边跟你们报告，实际上再往前看一下，如果这是在去年前年的话，我们是正的6.5%，在大前年是正的8.3%，再往前的话是正的6.2%，所以平均我们这7年是正的5.2%。OK， 算起來 是当然这个是一个永续的基金了哈，所以是要看长期了哈，而不是看一年两年哈。在这里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哈，其实英国哈有一个铁路养老基金，哦，也是类似我们这种退抚基金，他们的退休金养老的基金，然后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投资项目啊，叫做艺术投资。你的投资艺术投资 ，OK， 我知道投资艺术品 ，OK， 比如说像故宫里面的这种书画啦、哈、古董啦、哈、当代的或是古代的投资这样子的艺术品。那现在投资艺术品啊，事实上管道已经非常的透明，而且是国际化。好，比如说佳士得、苏富比的拍卖会，这个
价格都很透明、okay. 是也是国际上市公司在举办的这样子的拍卖会，所以不会基本上不会有像我们之前所遇到的买卖艺术品，像很多的博物馆或是美术馆买卖艺术品有那个暗盘或是这个黑箱作业的情形，哦，这种情形在国际拍卖公司不会发生。那这个基金会，我告诉你一下它的投资绩效哈。英国铁路养老基金呢、啊，它在过去25年，我们看这种基金要看长远的。对。过去25年，它买进啊，这个陆续买进啊，2200多件艺术品，然后到目前为止卖出1800多件哈。他投资的年限、啊、大概是以25年为基准，就是说投资进来到卖出去其实是25年的时间为基本的基准、哦、平均卖出时间大概25年。因为这个基金其实是一个永续的，所以时间长其实并没有关系哈。他、哦、的投资报酬率的情形是这样，那你很高，平均25年哦，不要讲一年两年，景气好景气不好，平均13.9%年投资报酬率，年投资报二十五年来，当然他有的年那一个年份亏钱了，好、哦，有时候赚钱了，但是平均下来13.9%，我想这个网络上都有资料了哈、哦。那现在我要跟你请教的哈、哦，就是有没有可能性，以我们现有的法令。投资你们这些基金所谓的投资委托经营基金、国内外基金资息，有没有可能性在这样的法令之下投资艺术品？我跟另外报告啊，实际上我自己本身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基金，我们投资的标的大概都是股市或债市。这个规定在哪一条法律里面？对对。股市债市现在目前现在大环境不好，负利率的情况之下，股市债市都不会赚钱。说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就是说很多的基金投资的项目放宽。其实刚才我说提到松绑，第二松绑就是投资的标的一定要松绑，另类投资。Okay. 实际上另类的投资，就刚才林委所提到的，这可以考虑，考虑包括在所谓另类投资，所谓另类投资基础建设嘛，不动产嘛，不动产也是可能很好的投资标的嘛。所以这个有需要修改哪一些法令？一定要修改有关我们有关管理投资管的、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好，投资管理办法这个啊、哦，请你们回去研议。如果要那不过艺术品，我另外报我就担流动性它、哦，我怕它流动性会不会有问题？我想你们可以哈、哦、找专家研究一下了哈。以我了解的话，流动性不是太大的问题。每年啦，只要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个哦，每年哈，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资料。每年投资哈，哎，那个拍卖公司啊，我们这小家的不算呐、啊，就是国际，哈，这个上市公司佳士得、苏富比这样的拍卖公司，它每年在全世界要拍几十次，春拍、秋拍合起来几十次，成交的金额啊，每年大概都几千亿以上的台币啊，所以它的流动性啊，我想可以研究。但是你们首先要松绑。好，回请部长哈，你们要研究出，如果要让他的，当然不限定在艺术投资了，好，就像你讲了，有其他的更好的投资，啊，否则我们这个年轻哦，就大家都在座的，我看每个人都有关系啊，到时候都快要破产了啊，没有办法这样子永续经营，大家是非常担心的。那我会特别提到这个艺术基金呢，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鉴赏的人才，好、哦，我们故宫的人才济济啊。那故宫这些专家啊，他们对于这些所谓的艺术品的鉴赏能力都很强的，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对于艺术品，像张大千呐、啊，或是这个这个齐白石啦、啊，或是古老的比较画家以及瓷器、铜器这些专家，在我们故宫哦多的是。那他们一定可以组成一个最佳的这个鉴赏团队跟估价的团队，然后来为我们这个基金来服务。所以首先是要法令松绑，这个要请部长
回去 要赶快拟定出来啊，送，如果能够在新的这个任期内啊，来通过这样子的法令，我想对这个基金的管理啊会更有效率。好了，好，谢谢。好，那部长您请回。接下来我想邀请考选部来请部长。好，林委员好。好，部长你好。关于解冻案，你们有提到其中的一项，就是关于这个服务费用啊，考选业务基金服务费用啊，有1%620万左右是冻结了哈。那主要当时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委员要求哈，立法院这边要求在公务人员高等考试以及普通考试、特种考试里面，关于这个客家事务行政类科啊，要加考，就是语言的这一部分。请教你，这个原来就有这个类科是不是？有这个类科，但没有口试，就是他在沟通上和业务上沟通上有困难，所以叫。所以以前只有笔试，只有笔试，没有口试。对。那从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有加口试了，那笔试占90%，口试占10%，但是口试要60分及格，如果不及格还是不予录取。OK， 有一个门槛。好，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讲哦，就是说这是99年度哈开始的哈，然后你看我们到一直已经要隔了4-5年了，到今年才要开始有口试嘛哈。对，这个反应时间有一点慢了哈，不过已经开始做了哈，总是好的。那在这里啊，我是以肯定了哈，一定要了哈。像以我现在住在，我是住在新竹县来讲哈，除了有两个乡镇，我们有13个乡镇啊，除了两个原住民乡镇，两个比较靠近海边的乡镇之外，其他的乡镇几乎都使用客家话哈。那客家话很多的老人家呢，他也是习惯听客家话。所以当你这些公务人员基层的服务人员哈，要为这些客家乡亲服务的时候，是有必要要学会会讲客家话。好，那在这里我当然也要强调一点哦，这些口试人员，我希望你能够分那个几种腔调要分开来了。对，这个哦，我想我们部长你是客家人吗？对对，我是。我们现在客家话是有四大腔了，第一个是四县，第二海丰，第三是诏安，第四是大埔。当然四县占的比例比较高，所以未来我们请的口试委员可能会用四个方面，一个是协助专家，要用人机关和客家委员会的哈。好、那个，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腔调要分呐、啊，如果他是，这个在技术上怎么去克服哈？就是说，你要培养出不同可以会讲不同腔调的这个客家的这个公务人员的哈。那这个主席再给我1分钟，好，谢谢，可以吗？好，谢谢。公告你欢喜。好，好。哦，基本上是安尼啦哈。咱这讲好了话哈。嘿嘞，你若讲南部腔，什么海口腔，像我讲闽南话吼，讲这海口腔啦吼，聊聊有一个海口腔，但是哦，听拢无问题嘛，吼，对，拢听有嘛，啊，但是客话内底哦，足奇怪哦，这个无同款的腔口吼，互相是无法度，几乎没办法沟通的，哦，就是跟闽南语这种腔调的概念不太一样，客家话啦哦。英国是人爱讲海陆啊，罗氏讲啊，爱平常的时间爱讲海陆。英国是人吼，轻松的该讲翻吼，该谈不起来，谈不起来对。真紧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平常是讲海风、海陆的，对。但是我听四线腔吼，如果它正常速度哦，我只能听大概50%。对对对对。如果听美浓腔吼。虽然都是客家人哦，讲客家话，我讲海陆的客家腔，我听美浓腔哈的客家话，我只能听30%。对对对，这个跟我们闽南话哦，北部腔、南部腔哦的概念不一样。
我们北部腔、南部腔大概都听得懂，吼、哦，你南部来，你台中腔，你南部腔，我是新竹腔啦，吼、哦，我讲葫芦话新竹腔啦，吼，啊，拢听有嘛，啊，但是客话真正无强用，吼、哦。对，因为他腔调不一样，比如说那客家话就是热闹的话，四线是念的，但是在那美浓的话叫做壮眼，叫冲眼，完全听不懂。哎，这个就我是新竹客家人，听美浓讲客家话是完全听不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口试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部分呐、啊。好，不是全部用四线，这个四线腔现在是客家里面的国语了，好，客家里面的普通话。但是呢，其实像我们海陆的地方的人听四线很吃力的。哦、我想基层公务人员你到新竹县服务啊，你如果讲四线腔，老实讲、哦、跟讲闽南话、哦、差不多的意思，对对对，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请你们在这个技术上考试的这个口试要注意到这一点。好，我们谢谢。好，谢谢，感谢。好，谢谢部长，谢谢林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这个发言十分钟，谢谢。主席，还有我们说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人事行政人事长黄人事长来，请黄复原人事长。永元好。黄人事长好哈。在今天您的报告里面哈的第二页。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深化原额评鉴内涵的这个部分哈，那当然就是你们有提到说这个105年度呢，本总处将依总原额法的规定办理第三次行政院所属36个部会全面性的原额评鉴。那我们知道说原额评鉴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一直看到公务员就只进不出嘛，所以我们整个预算里面呢，占了那么高额的全部都是人事费。所以对于这个原额的评鉴怎么样能够就是有一个退场的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你们在这报告里面写的就是好，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啊，然后呢考量105年度原额评鉴的流程、办理方式跟评鉴重点等等，均经过重新检讨、大幅调整。好，那我们来看看呢，你们这大幅调整在你们的网站上面，你看看你们的网站，你们上面仍然是2014年1月27号哦。那今年是2016年。哎、欸，跟委员报告，原额评鉴2年一次。好啊，那2年评鉴一次，现在已经你不是今天的报告给我们说，你们已经有做的这个评鉴的这个流程吗？我要把评鉴的这个进步情形，您上次有问过，我在这里跟您报告一下，好不好？对，我是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上网？哎、欸，应该公告了吧？大概等我们讨论完毕以后，谨慎一点会上网。那你说2年评鉴一次，可是你在这中间呢，你们事实上在去年的10月27号，你们也有修正所谓的中央政府机关办理原额评鉴作业注意事项嘛？是。可是这事项在你们的网站上还没有、啊。我们再把它补上去。好，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说，好，你们做的丰功伟业也应该呈现给全民知道吧？好，不要那个网站的那么的陈旧。那另外呢，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你们在这原额评鉴里面有纳入呢，就是在上一次我们的这个预算里面，当然我们要冻结，后来没冻结，是用主决议，就是说原额评鉴要纳入所谓的性别面向的性别影响评估。是。那性别影响评估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符合性别主流化，那性别主流化的六大工具嘛，对不对？一个就是性别的这个统计嘛。好，然后性别的分析嘛，好，然后性别的预算，然后呢性别影响评估，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所谓的专责机构哈，那现在这里就是牵涉到的是，你们在这个整个评鉴原额评鉴里面呢，却没有把这个所谓的性别统计啊、性别分析放进去，你们里面只有把所谓的评鉴的专家学者有所谓的1/3的性别。好，那个跟委员报告哈，性别影响评估的部分哈，事实上在性别平等处那个部分，它有直接的资料。嗯，那我们将来可能用2重的。第一个把直接资料拿过来当参考，第二个这些委员哈，我们会有一些让他在重任，或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再
放到里面去。好，我们会希望是说你在原耳评鉴里面呢，能够把这个性别影响评估，就性别主流化的这些的意涵放到你们这个评鉴里面去。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我们都签了所谓的两公约嘛，对不对？所以对于人权的这一块，所以对于人权业务的这个人力的评估等等，是不是也可以放到你的这个原耳评鉴里面？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性别影响评估，我跟您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的绩效考核有把这些东西放到里面去。那绩效考核，这个在我的报告里面呢，您看到哈，我们大概实施了这一段时间这么久，大概一二十年了哈，那结果绩效考核看到我们基层报上来的像一本电话簿。那我这里的重点是我们现在大量在减少绩效考核的部分，这么困难的情形，我们还想办法把这些因素放进来。所以委员就了解哈，我们对性别影响评估的重视。那人权当然很重要哈，可不可以容我们在考虑这些评估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说你们是一种一直把它加上去堆积木的加上去，而是能够把它整个一个融合性的。因为我们也发现说，现在很多的一天到晚在评鉴，然后一大堆的做了一大堆的 paper。那我们希望是说比较是一个融入式的，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些的精神放进去。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对人力的调整，因为我们一直到现在就是人事的费用太贵了，太高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所谓的人力的退长机制，你人力的调整，所以就像以前啊、这个。这个矫正署呢，他们就说部长，这个法务部长呢，罗部长，然后在针对说要增加三千个所谓的矫正人员的时候，那你人事总数只给他300个嘛？但是你们就提到说，哎，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应该有前门策略啊、哦，还有矫正制度等等。是。所以其实里面不是只有员额的问题，是说好你要去减少这个员额，或是我不需要这样的员额，可是你总有一些的策略。是。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具体的这个所谓的建议，是不是也把它放入到你们所谓的员额的这个？谢谢委员哈，就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您讲到单一部会的部分，单一部会这部分呢，我们现在的同仁很强哈，他大概分到哪个部会啊，他对那个部会的业务很了解。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以法务部的这个收容人员来讲，现在的6万多人收容的受刑人，80%是一年以下。对，没有错，所以这里40%在6个月以下。6个月以下是所谓的短期自由行，在刑事政策里面讲，短期自由行最不好的地方是教化无功，威吓无效，学好不足，学坏更好。德国刑法第47条里面的规定是希望法官尽量不要使用短期自由行。好，我们希望说这些是不是在你们的这所谓的公务员的培训里面能够把这些的观念，然后呢甚至呢就有一些实例，然后去做训练，然后让他们能够做这个去改善。谢谢委员。那再来另外一点呢，就是最近呢，我想整个这个所谓的性骚扰部分，包括我们的财政部还有外交部都爆发这性骚扰。我想这个黄仁市长你也知道，说我们多年来都一直在对这个所谓的性骚扰、性侵啊这一块非常的专注。可是我们看到这整个财政部、外交部对性骚扰整个一个调查的过程非常的离谱，甚至呢连外交部最后都被这个台北的这个高等行政法院打脸，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有什么样的改善的措施呢？跟委员报告哈。您知道我对性骚扰防治是有下过功夫研究，我自己有专注啊。我已经把相关的这个资料在不是这一次发生了，就已经通通给了相关的部会，有一本手册。除此之外，这个手册他们如果不去看也没用啊。所以我们有教育。好，那刚才您所讲的这个部分哈，我们会来检讨。因为这里呢，他们一直提到，几乎每一个外交部也提到，财政部也提到，他说因为呢这个这个性骚扰防治申诉采对质方式进行，或是隐私保护措施不足，所以受害者都不愿意提告。OK, 他并不了解，对不对？所以这里就牵涉到说，他们在整个一个调查过程，我们看到上网去看看财政部还有外交部，他们整个一个所谓的性骚扰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办法，里面洋洋洒洒列的巨细靡遗。里面全部都是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而且呢是要这个保护这个被害者，让他能够在一个比较就是说能够保护他的人格的尊严的情况之下去进行，从来里面没有写到说所谓要对质，所以是不是在他整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出了问题？跟委员报告，其实他是误解，我们要回来检讨一下。事实上你也了解哈，我自己还没当考试委员之前，我参加过这种性骚扰的调查大概快要20次，不一定要对质的，没有错啊。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在整个公务体系里面，
造成这么大的严重的误解，甚至他们可能就用这样错误的方式在进行，所以对于被害者的保障不周，甚至呢可能把它曝光，或是呢仍然回到传统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甚至我们看到外交这个财政部的这个还能够调职到这个国影事业去。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真的是整个一个性骚扰的制度的调查，一定要严加的这个考核。那甚至你们刚刚所谓的这个评鉴啊、考绩等等这个部分，是不是都可以？也跟委员报告，您的要求跟督导哈，我们办了好多的讲习会，现在发现了，可能还要再加强。没有错哈。OK， 好，谢谢。那再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这个考试院秘书长李秘书长？李秘书长。嗯，谢谢。尤文好，哎，李秘书长好哈，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党职并公职的问题哈，我们也知道说最近也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我们也看到说这种党职并公职其实是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的根据嘛，对不对？然后呢，在76年的时候，后来虽然把它废止掉，可是废止掉了，就说那时候你们考试院就有一句话，依照信赖保护的原则，所以呢就不予追究。所以呢，就变成这些人到今天呢仍然在领着。可是我们也看到，当考官会议呢，在这个所谓的299号的解释呢，他也提到说，待遇或报酬，不论它的名称为何，均涉及到人民的纳税的负担，那且为国家的重要事项，应该视其职务的性质，分别以法律为适当的这个规定哈，那才可以据以编列预算嘛。所以事实上，这些的编列事实上是根本就是于法无据。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那样的威权时代里面，反正谁啊，今天这里花一笔那里花一笔，反正人民的钱都出去了。那今天我们知道在谈这个转型正义的时候，我想也会面临到，对不对？这些在当年那就用这所谓的的党职并公职，甚至现在很多还列为高官的人，他们仍然在用党职并公职的方式在计算。那我觉得说这我想对全民事实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有被剥夺感。那在这三次呢，你们在提出所谓的年金改革的公务员人金改革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已经针对说，好，这些已经退休的公务人员，那主张呢要调降他的所得的替代率，然后呢兼具新旧制年资者呢逐年调降提薪资退制，好，新制的退休金的基数内涵为本俸的 1.6 倍。所以换句话说，并不是说好他基于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我就完全都不能够动，所以就让他们一直领，对不对？事实上不公平不义的，而且是完全没有法律根据的东西，他本来就应该要去改正。只是说你改正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方式，你可以是一个渐进式的，但是不能够一句话啊，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我就全部撒手不管，那是不是可以去处理？是，委员这个高见了，我们记下来，我们列入这个讨论事项里面。好，那就麻烦。因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全民也都在看的。对 ，OK，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秘书长，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周成秀霞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啊，主席。有请我们考试院李秘书长，请秘书长，全叙部张部长，请张部长。好，两位好。你好，好。我们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先生哦，他在21号有来拜会我们考试院啊，讨论年金改革议题哦。秘书长，你有表示有很高的共识吧？哈，对照我们准总统蔡英文这个年金改革的看法，几乎都是一样的啦，是不是？一年内要把它完成这个年金改革，是不是这样子？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你们有共识的这个版本的内容？说明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催醒。那蔡英文总统当选人他提了五点意见啊。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希望年金啊能够这个能够渐进啊。那这一点这一方面呢，我们102年度的草案里面呢、啊、就已经说要分阶段啊，循序渐进了。哦，那这个基本上是一样。那第二点就是他说要简化。各职业别年金制度啊，那我们这一方面呢，我们的规划说长程方面，我们在基础年金方面啊，要把它完成起来，那这个也是一样的。第三点是说这个所得替代率啊，
这个能够把它降低。那这个我们原来的草案的规定，规定在80%以下。哦，那这个计算的年金啊，把它这个很清楚的、明确的说，用这个本俸哦，那是十年平均的本俸啊，来乘以二哦。那第四点是这个，好，没关系啊，你简单就好。对，接下来我要请问一下，五个方向啊，都是一样的，谢谢。那请问一下，未来的这些公务人员18%的这些优惠存款要怎么来处理？哦，这一方面啊，比较细节的方面那一天是没有提到了，但是整个大方向啊，大家一起都有共识到年金问题一定要是非常迫切的，一定要赶快来进行。那会不会改成九零制？九零制，这一方面也是比较细节的部分，也是没有谈那么细，是这样。那部长有没有要补充的？周成文报告啊，实际上那天我们只谈原则性的问题，没有谈细节问题啊。那基本上是因为实际上对于有关年金改革，在考试院和全部也已经做了初步的工作，就是说在100年，当时我跟陈副总就报告，还有另外一名教授报告，第100年我们就修正工人退休法。我们100年修正工人退休法，已经将延退的，将我们原有的75制改成85制的，然后取消55专案，然后禁止子女双薪，然后费率提高15%。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在100年非常重要一个，就103年，我们公保有人知道非常清楚。103年，我们公保法又经过修正，这里面就把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就是说不得超过80%。第二个，我们在计算的本俸的基础，它的基础内涵不是以最后一点，而是以往前推算10年的平均数。那这一点，这几点的大家都有共识，所以大家都有共识。第一个就是。实际上，刚刚周成文提到18%，18%就是在我的分母里面，所得替代率要降低的话，当然18%就是我的当时就是说公保养老给付，再加上我月头金，这就是整个的在调降的范围之一。好，当我没有谈到细，不过大家原则上就所得替代率要降。好，简单就好，不要讲太多，没时间哈。我们全国教师总工会的主张哦，退休在任失效以及失去领双薪的这些公教人员，提案修法暂停其部分退休金，以杜绝双薪的不正义。部长和秘书长，请问两位支持还是反对？这我支持。实际上公务员已经做了，公务员已经禁止子女双薪，那么现在就是说教部他一定要修他的相关法规。那秘书长，请问秘书长你支持还是反对呢？我也是赞成的。赞成哈，好。我觉得公教人员退休以后，如果是兼任或者是兼课的，他们这个报酬率很有限，所以这个不会排挤到一般人的全职机会，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没有减发退休金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已经领取高额年金还有领取高薪的这一些就比较不恰当了，也不合理哈，这一些哈，他要分的哈。那秘书长，你请先回座。好，谢谢。我们即将接任新阁揆的这个林权先生哈，从公职卸任以后，兼任了6家上市柜公司的独立董事，还有董事，估计他的年薪有2000万哈，大家都知道嘛，报纸都有刊。他接任阁揆以后，年薪减为500万，剩500万呢。啊，部长，请问一下，你有什么看法？这是既然你要担任公职，你必须要有所牺牲，这是一定。按照我们工人服务法，按照我们相关规定，你必须要遵守政府的相关规定。你这个说法我很肯定啊哈。但是我的看法哈，跟部长有点不一样哈。你知道这个林权？我们的新阁揆，对，我知道。他卸任以后，他有18%的这个优惠存款，还领有月退俸，你知道吗？我这个不知道，我没查，我要不知道要查一下，对的。那财政部长吕士德先生接任证交所董事，
长这个职位，他去年有领了高达1000多万元的这个薪资，你知道吗？嗯，我知道他有证交所的待遇，不过他月退休金应该是停止支付掉。你也不知道多少了？不知道多少金额、哦？对。这些领了高额退休金的啦，哈，退职金，各领有18%的优惠存款，啊，搁一单搁会当领1-2千万，哈、哦。不，这个跟我刚这没有违法，不能够自领双薪。以李素的来讲，他绝对不能够自领双薪，他只能领一份。他们退休金必须要停掉。这个没有违法，但是我觉得哈、哦、不太好了，哦，观感不太好。公交人员退休以后，再到民间服务来贡献他的智慧，哈，这个是我们是很肯定的哈。但是我觉得不要把它变成肥猫，就是社会观感不好的问题，对，是不是？我同意这么看法啊，就不做成委员，就最主要就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政府能规范的，就是说如果他转任到政府转投资的。或政府对于他的财务或对于他的人事有控制权的，我们可以做限制。可这是纯粹的一个民间公司，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法律的限制了。我们现行的法规有规定，在任公职或者是由基金或者是基金由政府全额捐助创立的好财团法人这一些政府有投资的部分，哦，超过那个标准，哦，应该停发嘛？当然在推法是都是我们定进去的，哦，对。他是应该停发的，对不 对， 对？是的。好，好。那我觉得是不是这样？要把这个范围哦，适用范围再扩大一点哦，就是包括私校啊、私企啊、非政府捐助的这些财团法人啊，再把它纳进来。是，我觉得啊，新政府上台以后，因为实际上现在目前真正踏出第一步的是公人员，我们做了。那我想新政府上来以后，要等新政府进来做决定，是不是？公人员应该做个通盘考虑，嗯，而且要一定要一致，而且要公平。如果啦哈，我觉得如果哈，是的，这个适用范围可以扩大的话，退伍基金一年哈一定可以减少差不多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哈的这一些支出啦。是的。如果是这样，那年金改革哈，我觉得从这里出发应该是最好的点啊，不要每次改革都处理一些小公务员哈。不处理高官，我觉得这样是比较那应该不会，我们现在不会比较不合理啊哈。那我们这个退伍基金投资从101年到103年哈，它总共它的收益是6点多到8点多了哈，合计一共有1081亿，但是去年赔了108亿嘛，是不是？哈，大约收益率是负的大概2%哈，是不是这样？是的。对。那退伍基金过去20年的平均绩效是大概2.68，2.76，靠近2.7，2.7，都是委外操作绩效，把它这个绩效拉低哈，所以也不见得是委外，就是说国内也有一部分。我觉得是的整体的委外的，尤其是更差。是的，委外的这个部分，所以是不是要进行基金管理改革，把这个委外的这个部分把它降低一点？不，这个东西啊，不仅是牵涉到我们退伍基金，因为它牵涉到劳保、劳退。如果劳保、劳退全部由基金自己操作，它的金额非常庞大。你不委外的话，他的人力没有办法能够做，只是把它做个降低，不是说不委外了，也不是说不委外了哈，不是不只是退伍基金了，各种退休基金的操作，这个绩效的部分，我觉得是越来越差，这个要检讨一下哈。这当然跟大环境有关系，最近几年整个国际经济都不好的，收益率的退伍基金收益率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设定3%是有点低的。我们刚才讲的都有6%以上嘛，所以你设定这个3%，我觉得是比较低。在上届有要求我掉6%，就是上届我觉得有哈。不，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尽量努力，但因为这整个国际经济它的变化、情势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候我实际上真的要同情我们基金操作人，他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掌握的这种资讯的变化，希望这个方面我们加强一点，我会尽量警惕，尽量加强，好不好？好，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周成委员。我们接下来请许玉仁委员，时间10分钟。
主席午安，在场的各位朋友还有立委同仁们，大家午安。我有请考试院李秘书长，还有全序部张部长。是李秘书长，张部长。委员好，哎，部长好，还有秘书长好哈。我是来为我的这一代年轻人请命的。军人退伍今在2020年要破产，公务人员退与教师退伍今2030年要破产，劳保基金有潜在的负债8000多兆，也在2026年要破产。八兆，对不起，八兆。我不知道我的这一代还有比我年轻的这一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引述几个数字给你知道。1996年我刚上大学，当时的政府负债是接近7000亿。1992年到2000年，平均增加每一年增加2000多亿，一直到2008年，我们政府的债务变成3兆8530亿。然后到去年我们总统大选结束，将近8兆这样子的一个债务。我在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是不是要希腊化？我们国家有可能会破产吗？那另外也想问一下，您知道这8.7兆怎么来的吗？8.7兆，徐委，你最主要是指劳保吧，是吧？劳保还是指国人退伍？不是，劳保整个国家的负债了，按照精算的。第一个啊，就实际上我刚才非常同意，实际上在目前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我想蔡英文总统他已经提出，财政纪律法一定要定，财政纪律法，因为实际上现在目前为什么债务会失控？就是我们国家没有订立财政纪律法，这财政纪律法要规范中央政府，甚至包括地方政府，不能说只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于有关这种负债的一个增加要负很大责任，所以我基本上一定要订一个财政纪律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进行改革，如果这时候不改的话，以后我们会后悔。我跟两位报告哈，我们的八兆怎么来的？军工教育人员退休金哈，这个大概是。5000多亿了哈，然后退辅基金、劳工保险、公教人员保险给付、国民年金未提存准备、军人保险未提存准备、农民健康保险未来保险给付、各级政府基欠健保、劳保、急救保等保险费补助款及退休公教人员优惠存款及差额利息，总共加起来事实上是18兆，这18兆，十八兆哦。然后我要谈的事情是。从2010年开始，战后婴儿潮的人口平均每年会有36万人退休，那35岁到60岁总和约1000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36万人要退休。那你请问您知道我平均20岁到35岁，他们每一个人未来平均的负债是多少？请问你这边有这个数字吗？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们未来啊，平均不到20岁的年轻人，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在内，每个人身上都背负了471万的负债。中央政府债务6兆，地方债务1兆，潜藏的债务18兆，总共25兆除以530万人，0到19岁的人口，每一个人471万。那您说年金改革有没有它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那这是不是攸关世代正义的问题？是吧？好，那下一页。我非常开心哦，看到我们的新政府，非常积极的要去促进年金改革的问题。我们看看这两个版本，马政府从过去这个也开始推动，公务人员从85年制延至90年制。然后退休年龄增加年资，18%的存款优惠逐年降至9%，退休所得替代率降至80%，
然后新政府他提出来的是简化职业类别落差，消弭社会分歧，延后秦岭年龄，然后延后年龄未定，降低所得替代率，可能比80%还低。我现在想谈所得替代率这个问题，您认为以台湾目前的负债状况，还有未来我们每一个人要负担的这样子的一个负债，您觉得所得替代率应该要以多少的基准作为一个比例？报告委员，谢谢你这个关心这个问题。我想，所得替代率目前102年度的草案是，规定在80%以下。那新政府有意是再把它往下降。八十以下的 range 非常大哈，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个确定的 range？ 是80%、70%、60%，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不是说啊，我们讲60%好或70%好。因为涉及的层面非常的广。那我想这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模组或模型去推算嘛？80%是上限。那么实际上，每个人的所得替代率是因每个人呢他的服务年资、他职能的高低，以及他的有关各种相关的因素，可能不一定。有些人是，比如说或是他职务的高低，比如说如果是比如说高阶主管，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规定的话，可能他以后所得替代率可能只有50%到60%。说80%只是上限，80%上限，所以说在80%上限之下绝对不能超过80%。那么每一个人这情况完全是不同太阳，有很可能是70几或者有60几，都这种情形都会发生。好，那我想我们非常的同意说年金改革有这个急迫性啊。那我要谈的是为什么在过去年金改革沦为政治的工具，在现在我们新政府要上来。我们的全序部还有考试院，可不可以保证不要再把年轻人的未来变成政治的一个筹码？过去我们的政府要推的时候，这个法案在立法院躺了多久？那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大选人说一年内要提出年金改革的方案，这一点到底是不是实际？您要给一个答案。谢谢委员。我想这样子的，这个年金改革问题啊，因为千头万绪哈，需要各方啊共同讨论啊，所以那一天会谈里面呢，这个陈建仁副总统跟我们考试院这一方面啊，都大家有共识呢。这个国事会议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后啊，然后交由各主管机关来拟草案，然后送到立法院再来讨论这样子。关于这个法案啊，关于这个方案，你这边有提到嘛？他希望520之前设计年金改革委员会，我希望在这个整个一个推动的时程，还有整个一个实施的办法，可以送一份报告给我。我希望积极的去监督这一件事情，有没有问题？目前，陈建仁副总统是有讲，蔡总统当选人他希望年金改革。委员会是设在总统府，所以委员所需要的这个东西，目前我们是没有这个。好，我会跟总统府这边来沟通。另外我想过去年金改革的这个争议啊，整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噪音嘛，包括到底要从军工教改，还是要从劳工这边去改？我想谈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去改变都需要有一个充分沟通的机制。年金改革这个议题不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工程，它是一个 social engineering。我希望在考试院和全序部可以就这个议题做充分的沟通，尤其在对年轻世代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去负担台湾未来所有的债务。是的，我想，蔡英文总统啊，要希望在一年之内完成，就初步的分三个阶段，把这个法案能够提出来。我基本上我提三个看法：第一个要改革的决心，因为实际上这改革是一定会面临很多的一个抗争和各种困扰，所以你一定要有决心。那第二个要请，就像刚刚徐文讲，一定要多沟通。那第三个，凝聚共识。
这是这必须要走的路子。谢谢。我最后再讲一个事情，我们的蔡总统当选人说一年嘛，哈，一年，这可以做到，这是他的 promise。那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对口单位也可以去对应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如果过去这个法案都躺在我们院里面没有办法动，那今天我们有一个改革的契机，可以还给下一个世代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我们考试院是整个政府的一体，整个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一定配合。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谢谢两位。我们接下来请周春米委员发言，时间十分钟。主席，有请这个人事行政总处黄人事长。哎，黄人事长，周员好。嗨，人事长好哈，我想请教一下一些员额的相关规定哈。是。请问人事长，这个县市政府啊，这些地方行政机关的员额的编制人数是规定在哪里？规定在哪个法条？那有什么限制？基本上哈，这个。在我们的总员法有一条有一点点规定，但是大致的范围啊是属于地制法的规范。地制法的规范哦。对。那我手边这边有一个资料，我们办公室查到一个资料，就是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这个算是依据吗？这个是我们在计算员额的时候啊是必须要做参考的。所以说，计算地方行政机关的员额的人数，员额数是从这个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过来的吗？这个部分有，但是在我们的那个总员额法里面，第几条有？还是这样哈？那基本上是从地制法这边来的。地制法，那你可以跟我说明一下吗？说明什么？地制法什么规定啊？地方行政，我现在请教你地方行政机关的员额啊。在地制法第321条里面有规定哦，它必须要参照施政优先的顺序、财政的状况，然后本地方自治的责任在员额总数内自行调整，送地方议会审议。那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嘛？是哈。但是就是计算这个地方行政机关的员额的一个标准依据。就是能不能增加了哈？就是说，是不是依照这个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23条的规定，还要看各个县市的人口数、面积，还有这个自主裁员来算算，它可以增加到多少的员额？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有共识吗？我们讲了这么久，他讲了快三分钟才讲到这样的结论。好，我们在审议地方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标准。那重要的标准里面，就刚才纳入的地方自治里面，它就是所谓的刚才讲的这个人口数，它是有考虑进去的。好，还有另外就是它的人事费的所占的这个比率，我们有考虑进去。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项员额，还有一个员额它的上限的比使用的情形。所以嘛，就是人口数、还有面积、还有自主裁员嘛，对不对？后面的人都点头了。不，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是在这里的规定，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问的公示部分，我们在103年制定的类似这样，然后是跟地方政府共同讨论决定的。好，那再请教那个人事长哈，有没有例外的规定哈？就是说不受这些条款限制，也就是不受这个员额的管制规定的限制，有没有例外的情形？应该是没有了，应该是没有。对，因为哈，我们现在在员额管制上是压力非常大。嗯。那在总员额法里面明确规定让人事总处来管理的部分哈，我们管制的还算可以。但是没，那可是我手边就查到这个啊，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25条，这个规定当初就是为了临用台湾省政府功能业务跟组织调整。列有已出却不补方式精简的省政府、省自议会这些人的，就是
移拨的人员，这些人数不受二十一条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员额管制规定的限制、啊。他虽然是这样子讲、哎、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的管制依然很严格、哦嗯、一定是在我们的员额管制之下，尤其这几个单位。那所以说，人事长的那个立场就是说，还是要严格来管制、跟委员报告哈、哦，这个人事费用也好。还有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站在这个立场来看。纵使是它的规定，它是让它比较弹性，是为了让行政上啊不会那么样的紧、嗯。但是如果过于松散的话，在员额管制，我觉得并不好。那这个地方我当然是可以理解了哈，理解人事长的这个你在这个立场所做的这个发言。但是我想就教你一个问题哈，那现在我们大家都要讨，就是。这个社工人员嘛，哈，台湾社会要往安居乐业嘛，包括在性侵，包括在家暴，在种种很多弱势的辅助上面，我们都希望社工人员，各个县市政府都希望社工人员能够来投入嘛。委员对社工跟那个弱势团体的重视，我们知道。那对，那现在就是说，行政院在2012年10月有核定一个充实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禁用计划，是，就是说行政院它有这样一个计划，因为工业化、都市化的影响，那台湾的这个家庭结构形态，还有社会一些问题，所以事实上这个家庭的功能越来越薄弱。那政府部门在一些弱势家庭上，或者一些在弱势需要受扶助的对象上，政府势必需要强势积极的介入嘛？就像我们了解的相当的法规，包括在家暴，包括在性侵，只要一发生事情，马上就要通报，马上就有社工人员的陪同。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全国的共识，政府跟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共识嘛。周元谢谢哈。对，但现在的问题是说，如果这个员额部分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你只希望说这个社工要做，这个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大家来做这个社工的工作，但是你原额这个部分它没有扩充的话，这个问题显然就是无补嘛，无济于事嘛。那个，我想听一下人事长对这部分的意见。谢谢哈，周委员。那个事实上对社工的人力的重视跟他的待遇福利的部分哈，我从考试委员开始就很关心了。谢谢。原来社工人员他的那个组织结构非常的 flat， 非常平的。就是底下只有社工，然后直接跳到最高层。我们在考试院的时候啊，协调，而且那个全序部也同意，我们加了一个高级这个社工员，还加了一个社工督导。那除此之外，保护性社工他的薪水我们有调整，还有一项就是社工人员哈、啊，他的工作很危险，所以我们有一些建议。那您刚才讲的哈、啊，现在问题重点就是说。地方他现在要增加人员，可他的编制员额有限嘛，他要照你们中央照你们人事行政总处来定的这个员额嘛，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扩充这个员额，但这个问题要解决嘛。报告委员，那个在有关员额的部分哈，在卫福部的考虑里面呢，事实上是在从100年先禁用的366个员额，除此之外哈，就从地方政府从101年到114年，希望能够那边1479个员额。嗯，那个这个部分哈，您讲的我再来跟卫福部的再研究，好不好？对，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就是说，是我们刚刚讲到嘛，这些家庭或者这些问题都是比较社会弱势的嘛。理解。那这些问题，这些家庭可能就是存在于比较偏远的，不是都会区的都市嘛。不是都会区的城市，可能就是一些农业比较偏远的农业县市，但它可以增加员额的计算。如果你都是用人口数还有自主裁员还有面积来算的话，显然这些比较弱势的县市它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它可以得到员额的编制更多的嘛。这个问题点是在这里。报员，那个在卫福部的订计划里面、如果您是用聘用的社工、它是可以政府中央直接补助40%的经费，所以现在人事长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只要卫福部那个计划或者预算通过了，这边也不用再去变更任何的员额吗？跟委员报告，增加员额吗？您的说法跟理念哦，人事总处是赞成的。如果这个计划如果推动得很顺利，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推动得很顺利，虽然还是遥不可及嘛。
报告员那个哈，或者是指日可待，你给我一个时间点啊。你总不能我今天在这边质询你，你告诉我卫福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下去立刻跟卫福部去开那个协调汇报。因为这个问题哦，就是长久以来了啦，就是台湾现在这个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嘛。那电视新闻我们常常也是看到这些弱势或者家暴或者是性侵嘛。理解啊。那据本席了解，已经有14个县市长亲笔联署哦，希望说行政院可以同意采外加员额的方式，一次来足额那边社会的工作师。那这部分这个人事长的意见呢？跟委员报告，因为是这么多的县市，我必须找出那个重要的通则来哈、嗯。这个我答应您，我们下去立刻找这个卫福部开会讨论这个事，我们今天会在这边提出这个题目来讨论，觉得是说中央政府应该想办法啦，因为这个社工社福是大家长长久久的政策嘛，对不对？而不是要用地方自治来做借口，然后让一些比较弱势、资源不够的县。跟委员报告，那个如果那边哈、这个地方政府它的财政经费啊，我们是很担心的。现在的问题是说，地方政府他们同意自己来自找裁员，现在就是员额编制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可以同意一次就把它那边下去？委员啊，这个。跟您报告哈，每一次地方政府都同意，到最后啊，他都变了。好，您让我，你给我的答复是这样，那我们做个小结论好了。好，这个人事长哈，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同意协助，或者你认为还需要研究的话，那本席要求你哈，要求贵处哈，我们是总处研究，人事总处慎重研究必要性、可行性跟替代方案，一定在4月底前给我们委员会一份报告。公文报告，这个我们一定给您报告。好，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我们麻烦对不起，尤委员，尤委员您麻烦请您上来替我主持。好，下一位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啊，首先要请全序部的，我想请问这个任官的资格是全省司吗？全省司。哦，我们请吕司长。吕司长，请。委员好，司长您好，我想先跟您请教一个两个个案啊，就是说这个，本来在去年12月，劳动部的政务次长陈义明先生，跟去年11月陆委会的这个政务副主委哦吴美红女士啊，他们分别这个辞职，然后去接任了行政院的检任14职等的顾问。也就是说，我大概跟您大概讲一下，这个吴美红女士她本来是陆委会的主任秘书，她是常任文官，那么去接了陆委会的政务副主委。那么陈义明先生呢，本来他当过这个劳动部职训局的局长，那么当过这个劳动部的检任参事，然后去接了劳动部的政务次长，他们都是用常任文官转任政务官。然后呢，再分别在去年底，转任回行政院的检任这个顾问，又回任常任文官，然后再去借调为原来的部会，去代理劳动部的政务次长跟陆委会的政务副主委。所以呢，你如果上问陆委会、问劳动部，说他们本来3位次长，现在有几位？他们就只剩下2位了。那我要跟您请教，就是这个借调啊，就是由借调常任文官去代理政务次长，我不晓得这个在我们全序的制度上面啊，这样的一个任官是常态吗？在我们这两个例子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报告委员啊，借调看他是用哪一种的方式借调，我们目前借调大概有2种哦，一种就是
他在原职那个地方办理留职停薪，然后依照留职停薪的办法借调到其他公务机关。嗯，那那个原职留职停薪，他就到新职的机关去资薪。是啊，那这个是一种法制上规范的一个借调。另外一种借调呢，是行政院他自己有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借调的一个办法啊。那这个比较像是去支援呐、啊，就是说这个人站这边缺，可是可能去支援这个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不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原来职务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再去接一个检任的十四职等的文官，然后再回到他原来职务上面去代理？报告委员，你问的是说他为什么要去担任常务的、那个结果就是他就是可以不用跟着内阁总辞吗？有这个可能吧？回任。再回去担任常务人员的理由可能有各种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因为他的退休年资可能还不足，然后他要去把常任的年资补足啊，他才能够领这个月退休金啊。了解。那有的人呢，也许是他认为他年纪还轻，那么他不想这个时候跟着政党轮替，他想要继续在这个他觉得他可以继续政府服务。那谢谢您，我接下来要请全叙部张部长跟人事总处的黄人事长。张部长、黄人事长请。这个我曾经在总咨询的时候跟黄人事长请教过这个问题，坦白讲 我想你已经问到核心所在。是问到核心所在，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常务官他不愿意就直接就转到正官，因为他的退休年资不够。我知道，所以他一定是他不愿意，可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机关需要他去帮忙，说他用借调方式，然后以后回来他回到常务官再补点。这个张部长，我是主要跟二位啊要请教一个问题了啊。我当然知道这个不是二位可以做决定，不过因为我在对行政院总咨询的时候，行政院告诉我说这是全叙部的业务啊。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叫做政务官了、啊，我想包括两位啊，对，应该都在520，您两位都必须要总辞吗？嗯。520，你走的是是是，我们考试院实际上我会离开，是我知道。虽然说我们都讲内阁总辞了哈，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大概特任官大概都会，除了驻外人员之外了哈，除了有任期保障之外了哈，大概都会离开。所以这个所谓的总辞啊，应该这个范围其实是不高，不只是行政院。对，那为什么要跟着总辞呢？这个包括机要任用的人员。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异动，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有的是跟着首长，但是呢这些首长呢，因为他主要是政治任命，哦，特任嘛，这个总统任命嘛，那所以呢这些政治任命之所以叫政治任命，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他跟这一位譬如说元首或是执政党得到他们的信任然后被任命。我在这里面完全没有这个价值判断哦，我就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都一样啊。对。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任命啊，它其实不只是这个政务人员了，不管是特任或者是比照检任十三、十四职等，它其实不只是一种任官的途径，它其实是一种应该讲这个价值的选择，或者是说我认同哪一个元首或者是政党，因为元首也有可能是无党籍的啊。的这个政治理念，或者是我们有同样的这个政策的方向，所以呢，我会接受他的政治任命。但是现在状况呢，在常任文官往往啊，他升到高阶之后啊，他就会再往上升，就变成，譬如说常务次长再往上升，就好像合理要说应该要去当政务次长，可是这不合理啊，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应该分流。也就是说，一个部会，你到常务次长应该就到顶了。我们要得到这个礼遇的程度，说不定应该是要超过了政务次长。但是我们的这个人事制度啊，非常遗憾的，我们对于政务官的任用啊，我们把它比照检任十四职等。比照检任十四职等是什么？或者十三职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常任文官他高不过这个政务官，因为你再怎么高，这个政务官一比照你，他就跟你一样了。甚至我们在这个决策的这个顺序上面是政务官在优先，那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他是政治任命，他要决定政策。可是这个常任文官呢，
他在待遇上面，他在地位上面，即便在决策的优先顺序上，他可能要排在政务官之后，他甚至可能不负责决策，他是提供专业意见或者坚守这个部会的专业本位的最高的那个职务，但是他并不是决定政策的职务。可是我们在这个叫做比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你会发现，好，假设在有的国家，他的文官长或者他的最高阶的常任文官，他的待遇是超过了这个跟他同阶的政务官，但是在台湾恐怕做不到。你再怎么样把他提高，他一比照他就跟你一样了，不可能，先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制度其实要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把所谓的这个人事长上次在总咨询跟我讲的常务跟政务要分流，但你如果这个比照不去处理的话，他永远没办法分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这个常任文官去转任中间呢，我们常常看到一种状况，今天退休了，明天就接了政务次长，常务次长今天退休，明天就接了政务次长，我们常常是这样，甚至还没有退休，还没到退休年龄，他就转任了政务官。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两位例，他们两位可能是优秀的文官，但是他们升迁，他好像没有位置可以升了，就把他就只好再往上，要更上一层楼，他就只好去当政务官。这个叫只好去当政务官，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这是不对的。那所以我们在制度上除了要鼓励这个高阶文官的待遇之外，其实要去思考啊，这个常任文官转任政务官，或者政务当过政务官要回头要当常任文官，他中间要不要有一个间隔？他不能马上就这样子接无缝接轨啊！你就去接过去，好像他是顺其自然的，就踩了一阶就去过去当政务官了。我不晓得两位的意见了、啊。如果说这是全序部的这个业务的话，全序部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您在人事行政总处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请两位报员，我先回答好了。在人事的部分哈，制度法制当然是全序部，但是在有所谓的政务官这部分呢，我们行政院占的比例很高。那我特别要报告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正常分流、常政分流哈，基本上是在内阁制的国家。这点我特别说明哈。那在我们的文官制度里面呢，英国跟日本呢都是您所举的地方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部分哈，我要特别说的，如果我们现在的宪政体制还不是个内阁制的，还有一些要调整。您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哈，这个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是很重视的，就是以日本的常任文官的文官长为止，他们有限制，你当到文官长两年之后一定要退，一定要退。你如果不退哈，整个文官就丧失的。所以您讲的是很内行，而且我们哈需要有一个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不，对不起，我在最后一句话，您讲的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你要这个逻辑要清楚。是，你如果把这个政务人员某一个阶级以下的，他当作是我的任用的一个可能，那你就应该要把它变成双轨制。我坦白讲。那你如果不是双轨的话，啊，你常任这个文官做，你做的你不可能去当部长，你做到政务次长，你到常务次长，你到顶了，对，然后你就这个我就要问说，这个政务次长跟这个部长，他的差别是什么？就意义上有什么差别？其实如果照法律的规定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就一个正的一个副的而已。对，就一个正的一个副，一个特任，一个可能这个比较简任实职等，就这样嘛。它意义上是一样，但是我们又赋予它不同的意义。说，如果是常任文官升上来的，他如果升到了这个政务次长，他还是被视为在文官体系里面的一部分，这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是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逻辑是错乱的。那这个错乱的逻辑必须要把它厘清，否则其实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官，他觉得他到检任次长，不，这个常务次长，他觉得。那个为什么那个明明就不比我强，他为什么可以升到当正次？我为什么要当常次、啊？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因为实际上政务和常务，实际上无论从他的禁用、他的待遇、他的退休、他的负的责任，全部都不一样。实际上，目前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已经是分流。现在我们最欠缺的，我们要定政务人员法，对政务人员什么人能够担任政务员，我们又要做个规范。我们非常可惜的，政务人员法我们法到现在目前都还没
还没定定，还没完成。好，当然我想二位啊，可能这个到五二零之后啊，就未必会留在这个新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职务上面，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啊，二位可以去交代你们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部会，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花点时间研究看看，我们是不是共同来努力，好不好？我们把它放到交接。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张宏禄委员发言，时间十分钟。那个，我先请那个我们全畜部张部长，请张部长。这位好，哎，部长。刚啊，那个段昭伟他讲的那个啊，那我觉得啊，好，另外一个问题请教你，现在有很多的，尤其在地方政府啊，有很多人为了要退休，他可能站缺站一天他就退休，你知道有很多这种状况吗？对，目前我知道，现在目前，我想我们要做一个规范，要做个限制的啊，我们一定要做个限制的。不，我当然我认同了，我认同部长你说要做个限制，那我们现在有这个限制了吗？现在呢，目前都就我所知是很多啊，为了要退休的啊，如果首长同意或长官跟他比较好，他就让他，很夸张的是做一天就退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修公务员退休法，公务员退休，因为现公务员退休法的话，如果要退休的话，首长没有权利阻挡。当时是应准于退休，我们要准备把这因子改成德，那授权首长会斟酌他的业务需要，如果需要这个人继续留下来，他可以也不同意他退休。我们准备修这个法，短期的我们近期的我们就会送到档案来审查。不，你同意他退休，可是我现在说的问题是，他就是调一个单位，他只等提高一个职等，哦，或是怎样占个缺，然后马上做一天就退休了。然后他退休金就差很多了，这取巧。现在有很多这种情况发生啊。对。这我当然知道是取巧啊，但是很多啊，尤其在地方政府很多这样啊。那我们要如何去防范？我们就在。你认不认为这个应该要处理？对对。因为这当目前这种情应该是有这种情形，我想并不是说非常普遍。不过我想对这个事情，我们要那我请问部长，我们那个有统计吗？我没有统计，大概多少比例？那这个理事长知不知道？这个应该不多，你可以说明一下。鲍委员，这个情形不是很多，但是在有些地方政府啊，有些地方政府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不是很多。我们修什么？不，当一天的退休了，当然不是很多啦，但还是有，但有很多的他就知道要退休了，他去那个职位，我给你占个缺哦，偶尔两个月、三个月他就退休的也很多啊。那我一直觉得这个很不合理，你要退休你是可以退休，你不应该为了退休，为了你的退休金可以多一点，对，然后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乱象。因为我们知道这情形，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当我们当时想修工人退休法。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杜绝这种现象，我想就张委的意见，我们拿回去重新研究一下。同时，我认为要同时修两个法，工人认有法和工人退休法，两个都要修。好，就做个规范。好，我很感谢部长你这样子哈，有改革的决心。那你觉得这个要多久？这很快，这我想修调多少？我那个，我们签了两个司，那个民广和那民泰，两个月之内我们就送过来。两个月哈，对，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部长可以解决这么啊长久以来地方这样子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哦，我在这边先感谢部长，谢谢。那我另外啊，我请那个我们考选部的邱部长，请邱部长。好，张委员好。那个部长，是我们今天当然有一个案呐，哈，就是我们那个去年我们的预算被冻，哈，冻结哈，然后十分之一。对。那我们今天啊，要来哈，希望能够再动资。那
部长，那这个问题，好，虽然你们有书面报告了哈，可是我当然还是看得不大懂了哈。那问题都解决了吗？彻底解决了吗？以后都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吗？你是说试题相试题、啊、是这个吗？对啊，试题的这一个案。报告委员，我们从就是去年八月开始有八，就是八月我九月就开始启动这个比对机制哈，那有八次的入围哈，包括申论题和测验题比对，那总共申论题是有5432题，那测验题是5810题，那比对结果有527题有相似，所以当场就换题了186题，所以有1/3被犯过以后，以后到现在是没有再发生过。那你还记得去年为什么被冻结吧？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记得的是在历史考试第28题的那个，就是有相似的题目出现。嘿，没有哎、欸，我把啊、去上一次的会议记录我把它调出来。好，好、哦。这有美女委员啊，蔡其昌啊，严宽恒，哎，有很多问题哎。你看到、哦、98年警察特考哈、哦、与警专哦期末考雷同，然后消防警察特考与警专模拟考雷同。对。更那个的是，100年公务员特考法务部调查局调查人员考试之资讯科学组整分试题，与97年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哦，考试之资讯处理类科试题完全重复，这是议事录，哦，这是去哈、哦，我想，我不知道部长你还记不记得，啊，我从我们今天的这些这边我看，我真的看不出来，我们如何去解决像这种情形再次发生？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说这样子我们就让你动之，我也觉得。哇，今天来这样报告完就可以动之，很奇怪。报告委员，因为这个是都是104年以前发生，104年，我看9月到12月，我们现在有举办过8种的考试，所以我们就做好这种防止的措施。所以我们在防止措施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将有关重复命题雷同事例的相关案例啊，就列入点试委员会来做报告。第二就是我们提供最近六年次同考试同类科的考弊的试题，供给命题委员的相对来比对，避免重复。第三就附记，就附记给就是命题参考检查表，提醒命题委员在试题就要提你要记出之前再检视一下，是不是和本人最近6年内同科目。在学校课程所命的期中考、期末考、研究所或者训练机构其他考试的题目是相同或雷同部分。那第四个，在调整我们围场里面相似的题目的比对系统，就是说，如果是申论题啊，申论题它占60%的，我们就要修正，或不就是换题；如果是测验题90%的，我们就要换题。那个、不用讲、哎，你们现在有没有就是把已经命题过的哈？相关的这个命题啊，有没有另外做整理？有，就是有另外做整理。对对对，有出过的。对对对，相似就是案例的啊，对对，案子整理对。好、哦，有另外做整理。对 对, 對，整理就有这种出现的。好，那谢谢哦。那我现在哈、哦，因为时间不多，谢谢。我请一下那个人事行政总处的啊处长，黄人事长，我人事长。张委员好。啊，你知道现在哈、啊，我们台湾、啊、因为有很多的、啊、外籍配偶，包括东南亚、啊、菲律宾、啊、印尼、啊啊、越南这一些，你知不知道啊？在其实，在第一层、啊、最基层的那个啊政府部门，他们很缺乏这种有外语能力的公务人员。知道？你知道？那我们怎么去？跟委员报告哈、嗯，我们已经请这个两个中心呢、啊，准备要办那个所谓的稀有语言。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是在这些外籍配偶的需要服务的对象，大概比例最高应该是越南语。
那越南语要找这个相关的这个语言很少。那公务人员在学习越南语的部分哈，他的意愿还算高，所以我们先办这个有关语言的训练，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在几个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的委员特别有要求，希望能够有多文化的教育。事实上，我们对于外来民族他的一些文化，应该采取尊重的态度。但是我们由于不了解，我们大概至少有这两样措施。我想现在问题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是他有遇到问题了，他也没办法啊，我们的公务人员也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也没办法做事情，而且这里面常常牵扯到家暴了，牵扯到什么的东哈问题。这个是刻不容缓，人力要解决的问题。那如果说照你这样讲，你再用我们的公务人员再去学，不会来不及吗？不会太慢吗？有的很多的他们的这些外配，其实有的人也有领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了吧？是，对不对？其实我们使用能力不见得要用公务人员呐，但是公务人员负责的，他有公权力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知道。我知道，那你现在已经来不及啦、啊。那我们能不能说去啊，开一个窗口，解决目前在地方上啊很需要这种人力不足的问题？我是希望说啊，我们能够赶快、我们研究好了，提出一个看法啊，能不能在我们下次啊开会或之前啊，给我们说有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因为这个问题刻不容缓，你会造成地方第一线哦、啊，尤其是啊第一线的公务人员哦、啊，他们啊在服务的时候哈、啊。既造成民怨，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中央也碰到状况、啊、我中央碰到的状况不会有地方多了，家暴的问题一天到晚都有了、哦，然后那个他们、啊、遇到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找地方上的公务人员根本没办法解决。是这一点，我觉得哈、哦，这个、尤其是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因为他们的下一代都是未来我们台湾的国民，你没有把他服务好，等于是扼杀了他们的下一代。这才是我今天要特别请教你的重点，是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是钟委员，我跟钟委员请问一下说，说我们可以先休息，还是你质询完？我休息分钟。好，你有六分钟。有六分钟啊，如果你同意我长一点，我就让你休息。我给你多三十秒。好了，钟委员，你先质询好了，我还是给你多三十秒好了。来，我们钟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意思，谢谢。好，那么，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大家午安。那么，有请我们张部长跟蔡主委，请张部长，请蔡主委。哎，部长好。来，那，哎，是部长好，请教一下哈。那么你们有定了一个，公务人员考试录取人员训练办法，这是不是你们全局部定的？这是保新委。保新委定啊，你们定的啊、哦。是。那请问一下蔡主委哈，这个办法你们定了之后，那如果说发生它跟上面的公务人员考试法有一些汉格或一些不太相容的地方，你们觉得应该是修办法还是修？上面的法，当然是应该修法，修上面的法还是修办法？法的位阶当然比办法高、啊，所以应该是修办法嘛？应该是修法。你们定了一个办法，结果发现跟上面的法有点不太相合，哦、那我们应该来修上面那个法，还是修、那個哦、那是修办法？修办法嘛，对不对？不能校足事履嘛，哈。对。好，那请看一下哈，目前呢，公务人员考试录取人员训练法第27条哈，他说我们战区训练人员呢。他的一个待遇呢，他是要参加全民健康保险。对，请问一下，他们应该参加全民健康保险的几类？给你个提示，有六类，他要参加第几类？好，提示卡第一张，来我们看一下，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看清楚了哈。再下一张，第四类、第五类、第六类，倒带一下，您觉得他是第几类？第一类吗？因为它都不属于那个公保，那么前面健保的话，健保对啊，他还参加健保啊，第一类也不对，第一类他不是第一类，那他应该参加第二类吗？职业工会还是农会、水会、渔会，不是第二类，也不是第三类，第几类？过去的卫福部是把它定义成比较第一类的，
第一类就对了。对，它比较低一类。卫福部是第一类。Bingo， 第一类，我们看条文，第一类条文一共有六类啊。第一类，不过我们再往下看呢、啊，看条文呢、啊，再看好来，被保险人六类呢，第一类当中有政府机关、公司立学校，有公民事业受雇者，有前两类以外的有一定雇主受雇者，雇主或自营业者，专门技术人员，你觉得他应该比较像哪一类？过去也就是用第一类的其中的政府机关、公资立学校、专任有几人员或公职人员，对不对？对。好，他是说专任有几人员嘛？对。好、哦，这个几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二十六条，你们说暂缺训练人员，他是发给津贴，津贴算不算那个里面说的几？不是，不是，那是什么？他就是津贴，就是受训人员的津贴、嗯。受训人津贴。对，所以受训人员今天你们认为他还不是公务员吗？还不是。如果根据考试法，如果我们还了公务人员考试法第二十一条，考试法的二十一条的精神很简单，大院通过的，就是他录取以后，就是经过国家考试录取以后去。你们的办法我都接受你们的说明了。是。那我只告诉你一点哈、哦嗯，我们身权法第三十八条，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条，它规定身障者定额禁用。公立机关要做民间机关的表率，所以公家机关是3%，民间机关1%。但是呢，他必须是以该机关每月一日参加公保、劳保的人员为限。分子分母都是这样。现在呢，我们机关鼓励要身障定额禁用，待会就有黄人事长的问题了。黄人事长，请就。我知道你在任内啊，非常积极推动，对不对？你的报告里面也强调，你要推动啊。我们鼓励身障的来当公务员是好。那现在呢？我们刚刚蔡主任讲的斩钉截铁哈，他说他们这个暂缺适用训练人员，他还不是正式公务员，是不能用公保是。但是呢，他的一般他的健保呢，他是属于第一类，而且属于第一项，他领的是津贴，不是薪水，不是公务员。好，那他们现在呢？我们要用他来算作身障定额禁用，因为我们政府机关鼓励嘛，我们希望多多。报考身障特考，让身障者可以当公务员，但是呢，他们一旦我机关用了这样的机构，他在受训期间我不能记录身障定额禁用，我还不如回去请一个月21K 的临时人员，我机关还不会违法，你觉得这样有道理吗？这个会有影响，会有影响。那符不符合你保障身障者来参加公务员的原意？蛮遗憾的，蛮遗憾的。你要不要帮我们解决？跟委员报告，就是两个部分处理嘛。你一方面鼓励身障者公务机关释出公务职缺办身障特考，当他们来分化到机关之后，他们不具公保资格，也不能加入劳保，他什么都不是。然后呢，你说机关还要报这样的人，还要报职缺来鼓励就业吗？是，那个委员讲的完全都是正确的。不过是啊，怎么解决？现在目前的方案不是我的职权所在了，但是您讲那是不是考试院要改？改到的办法一个部分就看考试院，但是这个根据我们考试跟相关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资格认定，恐怕改的可能性不高，对不对？很难，对。好，那就是行政院自己改嘛。行政有三个部会嘛，一个是你人事总处嘛，一个是劳动部嘛，一个是卫福部嘛。卫福部管那个身权法嘛。卫福部跟劳动部不跟你跟你无关。我当然必须要帮忙啊。你要帮忙，反正大家都帮忙，没有人当主的就对了。主从要看清楚。主从是谁？主是谁？如果他不是公务人员的话，他应该就是卫福部或者劳动部，看是主要是劳动部，主管机关，劳动部可以处理。劳动部今天发个文给我，他说那个蔡主委他们说呢，考取人员呢不是雇用关系，未具公务人员资格，他这些人呢是属于公法上的职务关系，身份不是劳工，不能参加劳保，是你们告诉他的，是你们告诉他的，你们告诉他这些人呢不是，是公法上的职务关系。他们既非公务员，不能参加公保。你这个解释一下来，他也不能参加劳保。劳动部拿你的解释做文章。我跟各位讲啊，还有三十秒嘛哈。昨天我说了一下，公务员不要为难公务员。各位都是学有专精的专业人士。机关为了呼应政府鼓励身障者就业，不要只拿21K 的临时人员，我们机关将员额拿来报身障特考，结果得到的不是鼓励，是惩罚。反而是机关呢，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不能符合身障法的规定。那么我们这几个机关，你们研究来研究去，这是103年1月13号的事情。现在是民国几年？现在民国105年，已经一年多的事情了。一年多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两次，至少我经历的机关两次。
遇到这种情况没办法解决。如果这是刚刚才发生，第一次遇到没办法。你们在103年1月13号解释了之后，已经连续两次，我们的地方公务机关，他的这个身障禁用、定额禁用报身障特考的人员，没有办法符合生权法的规定，要不要解决？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请劳动，你们还有几天可以研究？劳动，不，这个立刻就可以，立刻好不好？立刻，马上开智慧好不好？这个我们昨天院长、行政院张院长他同意找专人邀请行政院三个部会，对，拜托你们一起参加。大院派人来参加，劳动部一直拒绝的，因为我其实我们跟他协调过好几次。那我们把他换掉好不好？把部长换掉，不要嘛，对不对？因为520大家一起走人嘛，好，不要人踢一下船。你们要不要帮忙？那个委员，这个哈，我们会来处理。你愿意帮忙？当然啦、啊，那我就找你吗？不，找到520之前为止。主从还是要分啊？还是谁？主是谁？还是别人？这个刚才这个蔡主委说会找他们来。这个主要是谁找谁？约会谁先打电话给对方？我们可以负责去找劳动部了。我们再找一次。我说委员已经再度关心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劳动部告诉我什么事情吗？劳动部说啊，这个呢，我们修生权法或者修公保法，为了你们一个办法，消除市旅，为了你们这个办法，我们要修上位的法律，这什么道理啊？你可以提案来修生权法，其实生权法、还要我们修法？不是修生权法。为了这些人，为了政府的政策，你们居然要？立法机关修法来配合你们的办法，有道理吗？因为他这个是不同体系的法律，我知道不同体系啊，他是特别法、是啊，是啊，所以你要我们修法律来配合你们的办法，还是你们用认定的方式处理，好不好？给你们一个思考机会，我的三点半到了、要请大家上厕所、不是，这个办法是哪一个？训练办法是保训会，保训会嘛，对，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建议啊、那请黄人事长回去，因为听刚才。中委员质询了，这个张院长已经答应了，对不对？对。但是因为这个办法呢是保训会定的，对。所以我认为主体还是应该是保训会邀请啊，包括劳动部在内。但是请人事长回去向院长转告，说中委员特别提醒啊，劳动部这个蔡主委特别说，劳动部都不来，都不配合。那请院长特别要跟劳动部交代，不然的话我去录个口供了哈，就在算这个陈义明回去站代理这个政务次长的账，再把它算一算。鲍主席跟委员，我努力就是了，好，好不好？你回去转跟院长转告嘛，院长答应的事情嘛，好不好？好，给他的文，他拿了鸡毛当令箭。好，今天包含给我，没有错。好，我们共同来努力了，好不好？他就这个态度，大家这么多人有在哈，我们蔡主委说劳动就这个态度，记下来了，谢谢。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是真的假？因为我们协调好几。
现在就变成是因为他是住牢房的，但是你们报告其实跟他说这是工职务上的关系。我上次见过，来来来来，诸位，这四个月，你看好，你看好。劳动部说，你说好，保训会的意见略有，劳动人员是工人，分开的人会去工人，也非雇用之成员，所以不是公法上，他是公法上职务关系，不是雇用关系，不是劳工，不能用工，不是劳保。他拿你的话说这是公法上的职务关系，不是雇用关系，是不能保劳保。哎哎。他愿意啊，可是主委说他不太合作啊。劳动部他们回答并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会，我们的协调会他劳保啊，而且是拿人家的话来当键盘。他参加过我们的协调会啊，我们刚回答说愿意，这是什么办法？不，我们跟他协调，我问他的话，那个，你看吧，我就说三年的水平，他并不行啊，既然继续，他就继续嘛。这为什么要院长说要张院长说你把三年回头？不然你就不用了，他同意。
好，我们继续开会，各位请就坐。好，对各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是这个立法院唯一还在开会的委员会哦。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发言，时间十分钟。好，主席是不是有请那个考选部部长邱部长来，请邱部长。邱部长说，各位也好，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刚刚也提到这个，你们对于这一个身心障碍的人士哈，你们有一个用一个特考的方式来保障嘛哈？对。那另外在这个你们相关的报告也说要研定这个国家考试身心障碍应考人权益维护措施办法。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一个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 CRPD 的这一个施行法嘛哈？对。那在保障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考试权的情况下，您对于这一个所谓你们要保障你们的保障的方法到底是如何？ 我想保障第一个就是他报名费已经给他免了，这就是免以就是报名费。第二就是他相关我们要给他的措施，就是要给他协助的相关措施的保障，比如说他要放大机或者点字的电脑各方面给他协助。最后呢，就是他因为他各方面不方便，考试可能反应上可能要延长十分钟、二十分钟，这些给予加以保障。也就是说，保障的方法当然就是在你们要改善这个环境， 对, 对，让他成为一个可以接近使用的环境嘛。对对对。好，那你们现在办理相关的这一个特考，那你们这个特考考完之后，那用人机关的需求你们怎么要求？你们怎么要求让他可以得到分发？因为一般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去要，其实他个人去选择，因为依照他的成绩依序来分发，所以这部分我们并没有在后续的部分加以保障。好，那我再问一下，那你们相关的考试规则由你们来定？对。那相关的考试规则，如果从这个你们拟定的这个所谓的体格的要求，如果就已经排除了他应考的资格，这算有保障到吗？是体格排除，比如说你们就排除了在这个公务人员特种考试的司法官考试规则里面就排除了重度智障，就完全不可能去考啦，那你们在这个国际经济商务人员考试规则，你不但是排除了重度智障，你连中度智障都排除了，那你们在这一个拟定这个考试规则的时候，你们根据什么标准？这标准并不是都定的哈，最主要是用人机关他的需求。当定这个程序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纯粹以用人机关他们怎么讲，你们就怎么定。不过我也有配合协助专家的意见。那我请教一下，你现在认为说这个司法官考试的规则的重度智障是完全不能够来应考？你认为有符合我们现在 CRPD 相关，或者是我们现在身障者权益保障法吗？这部分我们还是跟用人机关来做才加以审酌考量了哈，因为最主要用人机关，比如说他，对了，我说你们审酌考量的标准啊，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认为有实质的去平等的保障了身障者的权益嘛？你在这一点上面有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基础告诉我说，你用什么标准来排除他根本不能来考嘛？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环境，让他可以来多考，用什么让他有可以点字的，让他多考十分钟，然后你也安排了特考。但是你用人机关的需求，你完全的不
去检视他到底是不是根本性的排除他的考试权嘛。最主要我们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他的职务的必要性，第二我们经过审议。那我问你，司法官考司法官如果照这样的逻辑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假设司法院也好或法务部也好，他们不去先去考量如何让他可以有一个友善的环境，他也不像你们考试院一样说要把这个考试的环境把它改善，让他可以来考。他根本性的就告诉你说，反正智障者、重度智障者就一律不能来考了。我也不去改善法院的环境，我也不去改善这个检察官的环境，这样通吗？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到底还有我们的 CRPD 的公约，到底有可能落实吗？这部分我们有可以再跟用人机关再审酌的一个空间。我上次已经有请了这一个，对对对，我现在只针对这个司法官考试的部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啦。那我现在就是说法务部跟司法院都一起要来检讨嘛。检讨，对。那我另外再问一下，你们在你们的这个业务报告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原来这一个有提到说司法官的考试啊，来源哦要以一个多元化，然后或者是说应该说司法官的应考资格啦，对对，那有提到说呢，比如说要执行律师业务或受聘公司立机关团体或学校三年以上专任法律相关工作经验证明，对，等等等等，那么呢经过考就送到这个考试院审议，那考试院全院审查会两次会议决议说草案内容没有获得用人机关的共识。我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报告所讲的没有获得用人机关的共识，这个用人机关指的是哪一个单位？就是司法院，还是司法院和法务两个机关，对，都认为不宜开放吗？不是不宜开放，就是说它的配套措施要做好。那哪一个配套措施？比如说，它最主要是所谓我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反对说来考司法官的要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这一件事情，他根本的反对。还是说他们是赞成的，但是有一些配套的条件。最主要工作经验大致上是都有共识的、哎。最主要要哪些工作经验？还是说你考试机构前面的工作经验要算，还是后面也要算？那我请问一下，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获得用人机关的共识，那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共识？所以我们现在就继续研议在开会哈。你这个研议到民国哪一年了、啊？这个就是要取得。有最大共识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你们考试的结果平均的录取年龄是25岁。对，你认为从校园直接进法院，坐在法庭席上面直接判人家生死，这样的人，从校园直接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就在法庭上面判人家生死，这样子通吗？从这个年龄上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但事实上， 那这样子的话，以这样子对于所谓的司法官或法官的一个进场的机制。在这样子的一种极具这种险恶的环境之下、哦、那不去赶快的去研拟像这样子的一种考试应考资格的改善，那一再的研议一再的研议，到底真正的阻碍在哪里、啊、我想这个就是要大家有共识，因为最主要 我想年龄可能不是最大的个主要原因、啊、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独立到审判，也要经过候补法官一直到十、啊、就是到试用一直到实授，这 经过要差不多、哎、部长，那你这样讲半天，到底说他在应考之前到要具有相关的法律相关工作的经验，到底要不要落实啦？不，这部分我们是希望落实，因为我们现在有希望落实，那用人机关只要讲一句话说他没有共识，你们就把它停摆下来了。作为一个考试院，以身障者的应考资格说我要听用人机关的，以说我决定要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然后经过找了相当的专家学者，大家来讨论出一个共识，最后提到了考试院，又以说用人机关没有共识，就全部都停摆下来了。我问你，考选部到底存在的意义为何啊？包围，因为我们还是有继续在进行，不断的就是开会在凝聚共识啊，凝聚共识。你现在我给你，你给我一个答案，你到底凝聚共识要到什么时候凝聚共识完成？你给我一个答案好不好？这部分我们想，今年已经民国105年了，哎，2016啊，你要到什么时候你凝聚共识完成？5月20号之后，什么时候？这个期限我没有办法说定得非常清楚，因为最主要这还有用人机关它本身的一个，那就这一个部分、哎、就这一个部分，也就是说。
有关这个司法官的应考资格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工作相关经验，有没有办法在一个时间之内给我们一个报告或一个说法？要相当工作经验这部分，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报告是有。所以你们现在反正哦，就是说任何的东西考检部都送到考试院去，那考试院反正每一个考试委员有个别意见，所以考试委员有一个有意见，你们就过不了了。你们意思就是这样就对了了。因为我们反正我们现在怎么打也打到棉花上面去就对了，我们也不能把每个考试委员抓来啊，对不对？啊，这是因为院就是属于合议制的精神啊，大家集思广益嘛，所以 我觉得之所以真的考试院要废掉，我觉得。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齁那个律师的就专门职业技术人员与律师这个科别齁，你们现在是固定的录取率啊，我现在请问你一下，你知不知道你们就说这个律师这个类别啊，对，他以这样固定的一个比例来录取啊，最低的录取的分数到底已经到多少了平均？我就以今年来说齁，就是一百年律师的他分成四个就是选试科目，那制裁组是最低是502分，同分的有五位。那在这个是总共几科啊？就是它本身是四个，等于说四个科目嘛，一二三选科是四个五科科目、哎。然后另外一个，哎、对对对，另外一个选试科目。哎、那在劳动就是劳动社会法是496.550分，就是它同分有两位。那选就是财税法的是492分，现在讲的是一个最低录取标准，最低对最低录取最低对，那事实上最低的就是财税法492分，这样到底是总共是几科啊？因为你这样讲总分的，我们不晓得每一科到底平均它的分数到底是到达多少、啊，因为它有分，它总分是算到第二次的时候，第二次它是从第一个是宪法与行政法200分嘛，啊，民法与民事诉讼是300分嘛，那刑法刑事诉讼是200分，那公司保险法的、哎，我想我也没有时间了，我只是想问一下哈，就是说我也没有办法说很有很大的把握哈，所以我只是想请教一下，除了以这个固定的录取的一个比例啊之外，有没有可能回复？说设定一个最低录取的分数啊，现在大家都在批评说，现在因为你每年录取快大概8.9到9.9，大概是快一每年录取快1000个左右嘛，对不对？对对对，大概都在900个左右嘛，对不对？今年是 以这样子的一个录取的人数啊，你那个如果没有一个最低录取的分数的一个控管啊，这样子的一个值啊。会不会有刊率啊？您觉得呢？好，我们可以来研议看看，因为这部分啊，这个就是说，录取的放宽这个是一个趋势啦，哈。那但是这个有没有一个最低的录取的一个分数啊？在我们及格的这个标准制里面有几个标准，有的是以最低的录取率多少，有的是要必须要多少分，或者说有的就是两个都要。对对，都要符合两个门槛都要达到，对要符合，对对。那在这样两个门槛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去考量一下这个最低的录取的一个门槛的分数、啊？好，我们会来考量研议试试看。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顾委员。接下来请蔡意宇委员，蔡意宇委员，蔡意宇委员不在。好，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了，我们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陈莹、张宏禄、许淑华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现在处理预算解冻案，请宣读。啊，好，宣读过啊，上午宣读过了。第六案跟第七案是考选部。我们先处理考选部的两个案子。好，请问第六案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冻结考选部题库之编制及审查经费预算十分，哦，对不起，服务费用620万1000元。要增列课余考试制度，并报告后使得动之。那么，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这个解冻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来，游委员。
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同意动之。第七案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题库编制及审查费用十分之一，839000元。请问各位同仁对于同意动之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同意动之。好，接下来是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办理选送公务人员出国研习业务的业务费，3139000元，冻结四分之一，冻结四分之一就是大概接近八百万。好，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同意动之。好，接下来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提案 A， 鉴于机关首长为国揽才，邀请不同管道及方式延揽人才进入政府体系服务，以协助提供首长决策性、机密性、公共关系性等专业意见，作为国家大政方针之决策，为依据全序部92年3月间公布之各机关机要人员机用办法第四条修正草案总说明，机要人员之设置，系为使机关长官得以禁用少量未具任用资格之人员，处理较属机密且重要之事务。该等人员应经常需代表机关长官对外联系、沟通或协调。为避免外界产生机要人员职务层级过低、代表性不足等质疑，原建请全序部修正各机关机要人员机用办法第四条，以放宽机关参事研究委员职务得以机要人员任用，不受公务人员任用法第九条任用资格限制。提案人段宜康、周春米、顾立雄、尤美女、蔡玉仪。提案 B， 有鉴于各级地方政府社工室人力不足，行政院于2012年10月核定充实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禁用计划，要求地方政府逐年禁用社工师，并将之纳编于公部门编制中，以其提升社会福利服务品质。但受限于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员额总数规定，使部分县市没有多余员额依计划纳编社工师，原要求人事行政总处针对事项计划研议地方政府得以自筹裁员，以外增员额方式一次补充社工室人力，并于一个月内向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出必要性、可行性之书面报告。提案人周春米、周春米、顾立雄、许玉仁、尤美女、段宜康、张宏禄，宣读完毕。抱歉。好，谢谢。那么，请问对临时提案 A 案有没有意见？好，请说。来。主席，各位，我想在提案 A 部分啊，我这边建议一下，是不是就在倒数第三行原建请全序部我们研究修正，好不好？因为基本上因为是这两种系统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做个通盘的一个检讨一下，谢谢。好，我们在倒数第三修正前面加上研究两个字啊，这个当初做这个规定的这个时空背景我很清楚了啊，但是我们提案是认为说其实是应该适度的活化这个禁用人才的管道啊。好，我们就 A 案修正通过。请问 B 案已经修正过了，请问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 B 案就照案通过。好。好，另外蔡玉委员有一个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问，好，我们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